君临，七年了，我们几个老家伙的本事你学的也都差不多了，是时候回去了。这混元剑你拿着，就当是你的兵器吧。某个山谷中，一位白胡子老道捋了捋山羊胡，拿出一柄剑：“小子，你不是一直想要这九阳金针吗？拿去吧。”另外一位穿着青色长袍的老者拿出一个盒子，里面有着九根闪烁着炙热光芒的金针。君临，这枚天机令你拿着，真遇到什么事，就去天机阁找你几位师兄，他们会罩着你的。一位身穿黑白条纹长袍的老者拿出了一枚刻着“天机”二字的令牌：“没事。” 君临，谁敢欺负你，你就拿着这北凉王印去北凉调集大军，诛他九族。一位银发老者直接掏出一枚雕刻着巨蟒的大印，一脸强势道：“君临，这张卡里有你武师傅的一些零花钱，你拿去用，不够的话就拿着龙魂扳指去龙氏商会，那里的钱有的是，随便花。”一位长得充满富态、膀大腰圆、一双小眼睛充满财迷相的老者扔出一张黑卡和一枚扳指，豪气道：“这是暗皇令，君临，你拿着，有什么事直接亮出暗皇令，没人敢动你。” 随即，一位身穿黑袍、面色冷漠、散发着阴冷气息的老者拿出一块黑色令牌，上面雕刻着一个血色的暗字。君临，这玉佩你拿好，下山以后记得去一趟黄浦一族，为师在那留了好东西给你。另外一位身穿黄袍、面色深沉的老者拿出了一枚看起来精雕细琢的玉佩。阿弥陀佛，君临，这颗舍利你拿着，关键时刻有大用。这时，一位身穿僧袍、双手握着一串佛珠的老和尚从怀中拿出了一颗金色珠子，那珠子泛着佛光，绝非凡品。此刻，在这山谷中。 八位老者正在对一位青年叮嘱道，同时将各自的宝贝都塞给了对方。君灵，下山以后记得去找你那几位师姐，她们个个可都是国色天香的大美人，就等着你下山去祸害呢。最好把她们给全收了。这时，一位身穿白色长裙、雍容华贵、风姿绰约的宫装美人对着青年嘱咐道：“嗨嗨，柳如烟，你这说的啥话？”当即，那位白胡子老道一阵咳嗽道：“哼，我说错了吗？难不成你们想让君灵和你们几个老光棍一样，当一辈子的单身狗吗？”白衣女人给了那白胡子。 老道一个大白眼，对的对方无话可说。诸位师傅，谢谢你们这七年的教诲，此恩我叶君临莫齿难忘，以后定当加倍回报。叶君临看着九位师傅对自己的关心，内心一暖，他直接下跪给九位师傅磕了三个头，然后起身下山了。乾隆出渊，这龙国要变天了。那位身穿黑白条纹长袍的老者眼中泛着金芒，喃喃自语。而在山下一处公路旁，十几辆商务车将一辆宝马七系给前后堵住了，而从那商务车上下来几十位身穿黑色衬衫的男子。 其中领头的乃是一位光头大汉，他们直接将宝马围住了。这时，从宝马车的驾驶位上下来一位身穿黑色皮衣、扎着一头辫子、身材高挑、眼神凌厉的女子，看着眼前这些人：“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江大小姐，你不打算下车吗？”光头大汉看着宝马车的后座，冷笑着。咔，宝马后座车门打开，一位身穿黑色长裙、戴着墨镜、一头瀑布秀发披洒在肩头的女人走了下来。这女人摘下墨镜，露出一张精致而成熟的绝美脸庞。 充满着高冷御姐的风范，她看着那光头大汉，吐道：“你们想做什么？”光头大汉看着这女人，冷道：“江大小姐，今天你怕是回不去江海了。说说说”刷刷刷。顿时，那群身穿黑色衬衫的男子全部拿出一柄柄尖刀，散发出冰冷的煞气。而皮衣女子神色一变，直接挡在那长裙女人面前，看着光头男人呵斥道：“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动小姐！你们不怕江氏商会的报复吗？是徐天旺派你们来的吧？”那长裙女人神色淡漠的吐道：“光头大汉，面色微变，道：江大小姐。” 你该上路了，杀！当即那群男子全部朝着长裙女人冲去。那皮衣女子大叫道：“小姐，你快上车离开，我来挡住他们！”皮衣女子直接冲了出去，和这群人激战在一起。砰砰砰！而皮衣女子虽为女子，但战斗起来却十分凶猛狠辣，一眨眼的功夫便放倒了十几人。但随着这些人一涌而上，皮衣女子寡不敌众，很快便身中数刀，节节败退，最后被光头大汉一拳轰飞出去，砸在宝马车身上，吐着血。唰！长裙女人看着皮衣女子受伤，带眉一皱。而光头大汉看着其冷道。 可惜了，这么一位美人就要香消玉殒了。光头大汉说完，就要对那长裙女人下手，结果一道声音突兀响起：“能搭个车吗？”刷刷刷。随着这道声音响起，那光头大汉等人神色一变，纷纷转头，便看到一位青年不知何时出现在这，正是叶君玲能搭个车吗？我也去江海。叶君玲看着长裙女人询问道，而对方神色一愣。至于那光头大汉，看着叶君玲冷哼道：“小子，你是脑子不正常是吗？看不懂我们在干嘛，还想搭车？我看你是想搭去地狱的车吧。” 啪、啊！突然，一道清脆的巴掌声响起。叶君凌一甩手，一巴掌直接扇在光头大汉脸上，将其扇飞出去，冷道：“聒噪！”唰！顿时，在场的人都是一惊。而那光头大汉捂着脸，一脸狰狞地盯着叶君凌：“混蛋，你竟敢打老子！给我上，将他给我剁碎了！”当即，那群身穿黑色衬衫、手持尖刀的男子便一股脑的朝着叶君凌冲去。结果，他们还未靠近叶君凌，便诡异的飞了出去，一个个砸在地上，惨叫连连。这一幕。 直接让那长裙女人和皮衣女子，还有那光头男人惊住了。你，光头大汉看着叶君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眼中露出浓浓的恐惧之色。滚！叶君凌面无表情的喝道。那光头大汉直接就溜之大吉了。而叶君凌来到长裙女人面前，我能搭你个车吗？长裙女人看了看叶君凌，眼中泛着金芒，道、哦：“可以。可<爱>”可嗨嗨。这时，皮衣女子一阵咳嗽着，面色泛白，整个人流血过多，变得奄奄一息。小月，你怎么样？ 长裙女人神色一变，看着皮衣女子，担心道：“咻<秀>！”突然，叶君凌手一挥，一根银针直接扎在那皮衣女子的身上。后者脸色一变，瞪着她，你干什么？不想死就闭嘴！”叶君凌冷漠道。皮衣女子被叶君凌一呵斥，整个人都愣住了。很快，她眼中露出惊讶之色。只见她身上的伤口不仅血止住了，而且迅速结痂，其气息更是稳定了下来。这一幕让长裙女人和皮衣女子都是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很快，叶君凌拔出银针。 皮衣女子神色尴尬的看着他，谢谢，上车吧。叶君凌并未搭理皮衣女子，直接坐到了宝马车的后座上。看到自己被无视，皮衣女子顿时心生不满，她看着叶君凌叫道：“那是小姐坐的，你坐前面去。”小月，算了。”长裙女人轻声道，也坐到了后排。皮衣女子则是回到驾驶位，直接启动车子，朝着江海而去。你好，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我叫江木哥。车上，长裙女人看着叶君凌，询问道：“叶君凌。”叶君凌吐出三个字。 而他说完就闭上了双眸，显然不想多说什么。江木哥则是时不时的打量着叶君凌。随后，经过五六个小时的车程，他们车子终于来到了江海市区。叶君凌直接下了车。叶先生，等一下。这时，江木哥跟着下车，看着叶君凌：“今天谢谢你出手相救，这是我的名片，你以后在江海有任何需要，可以随时来找我。”江木哥拿出一张名片交给了叶君凌，而叶君凌收下便离开了。小姐，这家伙太傲慢了吧？他以为他是谁啊？皮衣女子来到江木哥面前，一脸愤愤不平的哼道。 有本事的人有点性格很正常。江木哥微微一笑，随即其神色一凛，眼中露出一抹冷光。走吧，去见见那位不想我回来的家伙吧。而此时的叶君临站在江海街头，看着眼前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轻声道：“七年了，终于回来了。七年前，你辱我姐姐，杀我父母，灭我全族，这笔血债我要让你百倍、千倍的偿还。”此刻，叶君临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位嚣张、强势、霸道、高高在上的青年身影，其双拳紧握，一字一句的喝道。 身上更是散发出一股恐怖的杀伐之气，直接将四周的空气都给冻结住了。过往的行人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七年前，叶君凌乃是江海一流家族叶家大少爷，有着疼爱自己的父母和姐姐，生活的十分幸福。但这一切都在七年前的一场酒会上被彻底打破了。在那场江海名流汇聚的酒会现场，叶君凌的姐姐叶天歌被一位神秘大少看上，并欲欺凌。叶君凌见状，直接冲了上去，结果却被对方一巴掌扇飞。后来，叶君凌父母出现，本想以叶家权势逼迫那位大少停手。 结果对方却是不屑道：“叶家，算个什么东西？本少让你们生你们就生，让你们死就得死。”而后那位大少更是要当众凌辱叶君灵姐姐，最终其姐姐不堪凌辱，咬舌自尽。叶君灵的父母更是为救下女儿而被那位大少的手下给活活打死。叶君灵看到其姐姐和父母惨死，彻底疯狂了，不顾一切的冲向那位大少，却被对方轻易的踩在脚下，羞辱道：“就凭你这么一个废物，本少捏死你就像是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废了他四肢，扔进海里。至于叶家其他人，一个不留。” 全部杀了。随着那位高高在上的大少一句话，叶君临被打断四肢扔进了海里，叶家也惨遭灭门。而此时，叶君临因为太过愤怒，气息直接紊乱了，手指掐着掌心出血了而不自知。呼哧！叶君临深呼一口气，将内心的情绪给压制了下去，直接朝着城南而去。江海城南有着一座荒废已久的宅子，杂草丛生，透着无尽的荒凉。这便是当年的叶家所在。此时，叶君临来到这，看着这个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一脸坚定的说道：“爸妈，姐姐，我回来了。” 你们放心吧，我会让那些曾经伤害过你们的人来这里给你们忏悔谢罪的。呃、啊，突然，叶君临发现，在这废弃的宅子一旁，竟然立着四块墓碑。他上前一看，上面写的正是他父母和其姐姐，还有他的名字。这是谁立的？叶君临看着这四块墓碑，其眉头一皱。当年叶家遭难，那些和叶家交好的人无一人敢帮忙，又有谁会给他叶家立碑？出来！陡然，叶君临神色一凝，叫道：“出来！”唰唰，一男一女出现在叶君临身后。这二人。 男的身穿黑衣，面色冷酷；女的身穿白衣，精致靓丽。他们对着叶君临直接下跪道：“天机阁冷风烟儿参见少主。”叶君临转身扫向二人，道：“你们是三师父派来的？这天机阁阁主正是叶君临三师父。”“是的，阁主让我们二人前来听从少主调遣。”那位名为烟儿的女子开口道：“知道这墓碑谁立的吗？”叶君临直接问道：“启禀少主，这墓碑乃是苏家大小姐苏雪儿所立。”烟儿回答道：“雪儿。”听到这个名字。 叶君临神色变化着，回想起了过往的一幕。君临哥哥，等雪儿长大了，一定要嫁给你。某处海边，一位清丽绝美、长发飘飘的少女依偎在少年的肩膀上，满眼憧憬道：“好，到时候我一定给雪儿准备一个盛大的婚礼。”少年轻轻握着少女的手，回答道：“这少年和少女正是叶君临和苏雪儿。苏家也是江海一大家族，而且和叶家乃是世交，因此二人算是青梅竹马，感情深厚。”唉，叶君临叹了一口气：“若没有七年前的事……” 或许他和雪儿都已经成婚了吧？雪儿，他过得还好吗？半晌后，叶君临看着烟儿，不禁问道：“少主，苏小姐她？”烟儿神色犹豫道。叶君临看到烟儿这个表情，眉头一皱，冷道：“雪儿怎么了？说。”苏小姐因为私自给少主家族立碑，被白家大小姐当众羞辱，并且将其毁容了。烟儿开口道。轰！瞬间，叶君临面色一沉，杀气腾腾。白芷若，她竟如此歹毒。苏家呢？苏家为何没有保护好雪儿？ 叶君临一脸愤怒的喝道：“当年白家和叶家，还有苏家，外加其他两大家族，并称之为江海五大家族。而白芷若便是白家大小姐。少主，当年叶家被灭之后，白家侵吞了叶家大量的资产，一跃成为了江海第一家族。就算苏家也不敢得罪。而且苏家因为担心苏小姐给叶家立碑一事会惹怒当年的那位大少，都巴不得和苏小姐立刻划清界限，更别说是保护苏小姐了。”言而依诉说道。咔咔咔,咔！叶君临双手捏得嘎吱作响，眼中寒光四射，怒气值蹭蹭暴涨。而且。 嫣儿看了看叶君凌，欲言又止。而且什么？说！叶君凌声音如雷，直接喝道：“而且那位白家大小姐今天还要在江海大酒店给苏小姐征婚，不过征婚对象据说乃是一群流浪汉和乞丐。”嫣儿低头说道。轰！这一刻，叶君凌身上的杀意和愤怒再也难以压制，如火山喷发一般疯狂爆发出来，席卷方圆百里。顿时，嫣儿和冷风两人被这股杀意给压制的跪在地上，面色惨白，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唰<刷>！随即。 叶君临一步踏出，直接消失了。江海大酒店，此时在这酒店大堂中聚集着一大群人，都是江海各大权贵名流和一些富家公子小姐。在这中间位置站着一位身穿红裙、一脸艳丽妆容的年轻女子，正是白家大小姐白芷若。白芷若身边还站着一位女子，脸上布满各种疤痕，宛如一条条小蚯蚓蜿蜒盘桓，显得极其丑陋吓人。她便是苏家小姐苏雪儿。大家好，我身边这位小姐，想必大家都认识吧？她就是我们江海苏家的小姐苏雪儿。 如今苏小姐已经到了婚嫁的年纪，却一直没找到对象，因此今天我便在这位苏小姐争个婚，帮助我们苏小姐寻找到自己的真爱。白芷若看着众人，面带微笑道：“她这话一出，现场响起各种嘲讽声。就苏雪儿这容颜，怕是只有瞎子才看得上吧？切，别侮辱瞎子，这种丑八怪，瞎子都不会要。这苏雪儿还真是脸皮够厚的，都这般模样了，还有勇气站在大家面前。这张脸，小孩看到都得吓哭。”在场的那些公子哥小姐们毫不留情的对苏雪儿进行着各种污言秽语的嘲讽。 而这些话都传到苏雪儿的耳中，让其身躯忍不住颤抖着，低着头颅，眼中泛着泪光。至于白芷若，听到那些讥讽嘲笑声，脸上布满笑容，继续说道：“今天为了能让苏小姐找到自己的真爱，因此我特意挑选了一批人来让苏小姐挑选。啪”啪啪，白芷若说完，直接鼓了鼓掌，随即从酒店一侧走出来数十人。这些人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头子，一个个头发乱糟糟，穿着破烂衣服，皮肤黝黑，奇秀难闻，而且这群人不是瘸着腿，就是驼着背。 还有的满口牙齿都掉光了，一看不是流浪汉就是乞丐。在场围观的人看着这数十人，纷纷捂着鼻子，一脸嫌弃的模样。苏小姐，这就是我为你找的另一半，你看看有没有满意的？我来为你们主持婚礼。白芷若看着苏雪儿，微笑道。此时在场众人都是感叹，这白芷若还真是够狠啊！不仅毁了苏雪儿的容颜，还要用这种手段来折磨羞辱她，这简直是杀人诛心啊！而苏雪儿抬头看着这些流浪汉和乞丐，娇躯站立，眼中含着泪光，满脸痛苦的看着白芷若。白芷若。 你真的要做的这么绝吗？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你已经毁了我的脸，为何还要这么对我？为什么？白芷若冷哼道：“当年你被称之为江海第一美人，所有人都围着你，包括叶君临，有谁正眼瞧过我？现在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苏雪儿不仅变成了一个丑八怪，还找了一个低贱的流浪汉乞丐做老公。我要让你成为全江海最低贱的人，让你一辈子都活在噩梦中。就是不知道，要是叶君临还活着，看到他的雪儿妹妹即将被这些低贱丑陋的流浪汉乞丐糟蹋，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此刻，白芷若眼中充满了嫉妒和怨恨，透着一股变态般的快感，让人不寒而栗。当年的她，身为白家大小姐，身份尊贵，高高在上，但其他人的关注永远都只有苏雪儿，而没有她。就连她一直爱慕的叶君凌，也只对苏雪儿展现出温柔的一面，这让白芷若内心变得极度不平衡，甚至是扭曲。而在叶家出事，白家取而代之，成为江海第一家族之后，白芷若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借苏雪儿给叶家立碑之事，毁掉了她那张让其嫉妒的容颜。 随后，在这七年间，白芷若不断羞辱折磨苏雪儿，甚至为了宣泄内心的快感，他还想到让苏雪儿嫁给流浪汉乞丐，就是为了彻底的羞辱践踏,踏对方，让其成为江海最低贱的女人。我就算是死，也不会让你这般羞辱苏雪儿。看着白芷若，眼中露出一抹坚决的神色。死？你若是敢死，我会立刻对苏家下手，到时候你的父母还有整个苏家的人都会去给你陪葬的。白芷若冷冷的哼道。而他这句话，直接让苏雪儿原本打算寻死的想法不得不放弃。他可以死，但他不能因此连累到自己的家人。 随即，白芷若冷道：“苏小姐，我来给你挑一个吧，就他吧。”白芷若从这十几个流浪汉和乞丐中挑选出了一个又瘸又驼背、还秃头、浑身脏兮兮的乞丐。大家觉得他和我们的苏小姐般配不般配啊？”白芷若看着众人微笑道：“丑八怪配乞丐，简直是绝配！没错，太般配了！哈哈，白小姐今天真是做了一件大善事啊！”在场的那些少爷小姐们肆无忌惮的嘲笑着，而苏雪儿身体不断颤抖着，嘴唇都咬出血了，眼中泪水啪嗒啪嗒的滴着。 满脸的无助和憔悴，这一刻，苏雪儿多么希望七年前她和君临哥哥一起死了，这样她就不用遭受着这些羞辱。他今天就是你的了。这时，白芷若看着他挑选的乞丐，直接说道：“好，好。”那个乞丐都六十多岁了，从未尝过女色，如今看到苏雪儿这样一位年轻女子，纵然被毁了容，但依旧让其兴奋不已，嘴角都开始流着口水，一脸痴汉，像朝着苏雪儿一瘸一拐的走去。苏小姐，从今以后他就是你的丈夫了，你可要好好服侍好你的丈夫。 白芷若看着苏雪儿，一脸玩味的笑道。苏雪儿看着那乞丐朝着自己走来，其娇躯不断颤抖着，面色发白，眼中泪水在打转，承受着无尽的屈辱，内心开始崩溃着。他想死，但为了苏家，他却不能死。这一刻，苏雪儿生不如死。君临哥哥，苏雪儿心中念叨着，眼中充满了绝望。白芷若，你找死！蓦然间，一道充满杀气的冰冷声音从酒店外传来。唰唰唰！随着这道冰冷的声音响起，在场众人的脸色都是一变。 他们目光纷纷朝着酒店外扫去。此刻，一位面色冷漠、眼中泛着寒光、身上杀气腾腾的青年一步一步走了进来。随着他踏入酒店之中，整个酒店内的空气都仿佛被抽干了，在场众人都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此人正是叶君临。你，白芷若注视着叶君临，其黛眉一皱，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七年前，叶君临还只是一位十六岁的少年，如今七年过去了，他的变化倒是挺大，因此现场众人倒是一时间没有认出他来。但苏雪儿看着叶君临，其内心却是一颤。 瞳孔放大，神情变得激动起来。显然苏雪儿认出了叶君凌，虽然叶君凌变化很大，但身为和叶君凌相处十几年的她，还是一眼便认出了眼前的青年正是她从小教到大的君凌哥哥。君，苏雪儿看着君凌哥哥竟然还活着，整个人都变得无比兴奋，当即便要大声叫道，但她突然想到了什么，连忙捂着自己的脸，低下头颅，不敢去看叶君凌。显然她不想让叶君凌看到她此刻的模样，不想打破他在叶君凌心中的美好回忆。而叶君凌走进酒店，一眼便看到了满脸疤痕。 眼圈通红，充满绝望和无助的苏雪儿，看着昔日那位活泼、绝美、囔囔着要嫁给自己的少女变成如今这般模样，叶君临内心狠狠一揪，充满了无尽的心疼，随之而来的便是无尽的愤怒和杀意。唰<刷>！叶君临看着白芷若，一字一句，杀意无限的叫道：“白芷若！”这声“白芷若”蕴含着滔天杀气，震得白芷若内心一颤，有一种莫名的心慌。他看着叶君临：“你，你是？”啪！叶君临直接一记耳光抽了出去。 将白芷若给狠狠的扇翻在地，其半边脸被打得皮开肉绽，惨不忍睹。酒店内的众人看到这一幕，都是狠狠一惊：“混蛋，你竟然敢打我！”来人啊，给我将他拿下！白芷若倒在地上，捂着脸，一脸狰狞的对着叶君凌吼道：“刷刷刷！”顿时，酒店内冲出一群保安和护卫，手持电棍朝着叶君凌冲去。“不要，不要伤害君凌哥哥！”这时，苏雪儿本能的冲了过去，挡在叶君凌面前，对着白芷若祈求道：“君凌，你是叶君凌？” 而白芷若听到苏雪儿的称呼，其瞳孔一凝，猛地盯着叶君凌，惊呼道：“叶君凌，那不是当年的那位叶家大少吗？他不是被打断四肢扔进大海喂鲨鱼了吗？他竟然还活着！”一时间，酒店内的这些江海权贵、名流、少爷、小姐们都是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叶君凌。雪儿，叶君凌看着苏雪儿，义无反顾的挡在自己面前，其内心涌动着一股暖流，不禁叫道：“君凌哥。”苏雪儿瞥了叶君凌一眼，刚开口，又低下头颅，不敢去看对方。 一双手紧紧的攥着衣角，显示着其内心的紧张和不安。雪儿，对不起，是君临哥哥没有保护好你，对不起。叶君临满脸愧疚的看着苏雪儿。君临哥哥，你没有对不起我，你还活着，我已经很高兴了。只是我，我现在已经配不上你了。苏雪儿眼中充满了自卑，其内心更是十分痛苦。她朝思夜想的君临哥哥还活着，但她却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她已经不可能再成为君临哥哥的妻子了。雪儿，你在我心中永远都是那个善良美丽的雪儿。叶君临一脸真挚的看着苏雪儿。 伸手轻轻抚摸着其满是疤痕的脸颊，轻声道：“雪儿，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容颜恢复的。”叶君临，没想到你竟然还活着，你的命倒是够硬的。白芷若站了起来，一脸狰狞的盯着叶君临，唰！叶君临满脸的温柔瞬间荡然无存，一脸冰冷的注视着白芷若。白芷若，你毁了雪儿的容颜，又用这些流浪汉乞丐来羞辱折磨雪儿，你这个毒妇，罪该万死！怎么，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变成了丑八怪，很心痛？那你待会看到。 他被这些丑陋的流浪汉乞丐凌辱的时候，会不会更心痛呢？哈哈！白芷若一脸扭曲变态的大笑着，随即冷道：“给我将他拿下！”顿时，在场的酒店保安和白家护卫全部朝着叶君临冲去。砰砰砰！这时，冷风和烟儿出现在这，两人瞬间出手，将这些保安护卫全部击飞出去。叶君临则朝着白芷若一步一步走去。“你，你要干什么？”白芷若看着叶君临走来，其面色一变，有着一丝丝的慌张。“我本来是想杀了你的，但我觉得这样太便宜你了。” 因此，我决定让你也来感受一下雪儿所承受的痛苦。”叶君凌神色冰冷的喝道：“啪，啪，啪！”当即，叶君凌十几个巴掌抽在白芷若的脸上，将其整张脸打得血肉模糊、扭曲变形了，完全看不出了其原本的面貌。啊呀！白芷若不断惨叫着，在场其他人都是暗暗咽着口水，震惊不已。“你毁雪儿的容，我便毁你的容。”叶君凌冷道，随即其目光扫了那十几位流浪汉、乞丐眼，看着白芷若。 你不是想让雪儿嫁给这些流浪汉乞丐吗？那我便让你嫁给他们。你，白芷若双眸瑕自欲裂的盯着叶君凌。谁是酒店老板？叶君凌冷漠道：“我，我是酒店经理，公子，你有什么吩咐？”这时，酒店经理快步走来，额头冒着汗，看着叶君凌畏惧道：“给我们的白大少建开一间婚房。”叶君凌冷道。而那经理连连点头。冷风、烟儿，叶君凌直接叫道：“冷风和烟儿！”瞬间明白叶君凌的意思，他们一人对着那群流浪汉乞丐说了几句，带着他们上楼了。 一人直接拖着白芷若上楼了，刷刷刷！这时，在场围观的那些人脸色瞬间一变，他们一下子明白了叶君临的目的，一个个都是一脸畏惧的看着叶君临。按道此子太狠了吧！这下白芷若算是彻底被毁了。雪儿，我们走吧。叶君临看着苏雪儿，牵起她的手，直接离开了酒店。很快，一则爆炸性的新闻传遍江海：七年前那位叶家大少爷叶君临还活着，并且回到了江海，不仅当众毁了白家大小姐的容，还让白家大小姐惨遭羞辱。 这消息一出，瞬间轰动江海，引起了整个江海各界人士的议论。苏家，此时苏家大厅中坐着不少的人，主位上坐着一位身穿一袭长衫的中年男人，正是苏家老爷子的长子苏雪儿的大伯苏天国。随着前些日子苏家老爷子突然中风，一直昏迷不醒后，苏天国变成了苏家掌事人。除此之外，苏家老二苏天明，也就是苏雪儿的父亲和其母亲杜梦娟，还有苏家老三苏天林等一众苏家嫡系都聚集在此。大哥，你知不知道白芷若今天要对雪儿做什么？ 你难道真的要眼睁睁的看着雪儿受辱吗，大哥？我知道你不想得罪白家，但雪儿是我的女儿，我不能不管。苏天明看着苏天国，不断说着。杜梦娟则是满脸担忧的模样。天明，别和他说了，他们眼中只有苏家的利益，根本没有亲情可言。我们快去找雪儿吧。当即，他们夫妻俩便要离开。而苏天国冷道：“我说了，今天谁都不得离开苏家，你们是不把我的话当回事了是吗？”说说说。这时，苏家大厅外，一群护卫出现，拦住了苏天明夫妻。大哥，求求你了。 苏天明转身看着苏天国，直接下跪恳求道：“这一切都是因为雪儿私自给叶家立碑在先，他如今遭受的这些也怨不得别人。你们一旦去了，万一惹怒了那位白家大小姐，到时候对方一怒之下，苏家便是第二个叶家了。我的好二弟，你难道想让整个苏家都去给你女儿陪葬吗？”苏天国一脸威严的喝道：“是啊，二哥，我觉得大哥说的很有道理，你不能为了自己的女儿而害了大家、啊。”二爷，苏雪儿已经被毁容，她的存在对于我们苏家而言本就是一个耻辱。 你们还要为了她而去得罪白家吗？一个见不得人的女人死了又如何？此刻，苏天林和在场的其他苏家嫡系纷纷开口，而他们说到苏雪儿时，都是一脸嫌弃、羞与为伍的表情。你们这些自私自利、无情无义的家伙，你们根本不配称之为人！杜梦娟一脸愤怒地指着这些人叫道：“住嘴！”苏天国猛地一拍桌子，呵斥道：“大爷，不好了，出事了！”突然，苏家管家急匆匆地跑了进来。管家，是不是雪儿出事了？苏天明连忙看着管家问道。 而杜梦娟也是将心中的愤怒压制下去，看着那管家一脸紧张的表情，怎么回事？苏天国倒是十分淡定的问道。管家直接将江海大酒店内发生的事全部说了一遍。而当苏家之人听到叶君凌竟然还活着之时，都是一惊，显得不可思议。不过，当他们听到叶君凌毁了白芷若的容，甚至还让其被一群流浪乞丐羞辱之时，都是狠狠一惊，目瞪口呆。就连苏天国的面色都是一变，眉头紧皱，道、哦：“那叶君凌此刻在哪？据说他带着雪儿小姐已经离开了，暂时不知去向。” 管家回答道：“刷！”苏天国面色大变，看着苏天明怒吼道：“苏天明，看看你这个宝贝女儿，我们苏家要被他给害死了！”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苏天明眉头一皱，不解道：“叶君临这小子如此羞辱折磨白家大小姐，你觉得白家会放过他吗？如今他和苏雪儿在一起，白家势必会觉得这一切都是我们苏家指使的，到时候白家绝对不会放过我们苏家的。”苏天国大吼道：“刷刷刷！”顿时，苏天明和在场的苏家之人明白过来这个道理。 一个个脸色都是一变，十分难看。大哥，那现在怎么办？苏天林坐不住了，连忙问道：“马上派人找到他们两个！”苏天国一脸森冷的喝道，其目光扫向苏天明夫妇，还有你们两个，立刻随我去白家。与此同时，当白家之人得知江海大酒店内发生的事后，都是一惊，纷纷赶往了江海大酒店。而当他们在酒店房间中发现白芷若，看着对方如今那凄惨至极、生不如死的模样之时，一个个勃然大怒：“叶君临，我要将你碎尸万段！”白芷若的父亲。 白家长子白峰看着自己女儿此刻的惨样之时，瑕疵欲裂的吼道。很快，白家老爷子发出一道命令，封锁全城，不惜一切代价将叶君灵找出来。接下来，江海总督接到消息，立刻调集了大批城防军，封锁了江海所有出口、高铁、机场、公路、码头，统统都被封闭了。而白家更是调动了其在江海的所有势力，发动数千人开始地毯式的搜索叶君灵是要将其找到。一时间，整个江海草木皆兵，各方势力都是暗暗感叹：那位叶家之子真是找死。 竟然敢公然和白家为敌，他还以为他是当年的那个叶家大少吗？此刻，整个江海都笼罩在了一层乌云之下，有一种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感觉。而叶君林并不知道，他在江海大酒店的行为直接惹怒了整个白家，以至于他被全城通缉着。他此刻带着苏雪儿来到了江海的某个地方。江海一品别院，江海最高档的一处别墅小区。此时，叶君林带着苏雪儿跟随嫣儿和冷风来到了这里。他们走进小区，来到了一处三层楼的欧式别墅中。少主，这是我们为你安排的住所。 这里家电、生活用品一应俱全，你看还满意吗？嫣儿看着叶君灵介绍道：“嗯，还可以。”叶君灵点了点头，道：“你们守在外面，不要让人进来。”随即，嫣儿和冷风走了出去。而苏雪儿一脸好奇道：“君灵哥哥，他们是谁啊？为啥叫你少主？还有你这七年都去哪了？为什么没有回来？甚至一点消息都没有？”雪儿，这些事我以后会慢慢讲给你听的。现在我先帮你恢复你的容颜。”叶君灵看着苏雪儿温柔的吐道：“啊、呃。” 听到叶君灵的话，苏雪儿神色一滞，看着叶君灵：“君灵哥哥，我的脸真的还能恢复吗？”“当然，相信我。”叶君灵握着苏雪儿的手，一脸坚定的吐道：“嗯，我相信君灵哥哥。”苏雪儿点了点头，在他心中，叶君灵便是他最信任的人，他对于叶君灵可谓是百分之百的无条件信任。接下来，叶君灵拿出一堆银针，开始为苏雪儿进行治疗。叶君灵的二师父乃是堂堂圣医门门主，拥有着生死人肉白骨的医术，被人称之为一代圣医，而叶君灵身为其弟子。 仅仅七年的时间便尽得其真传，因此恢复雪儿的容颜并不是什么难事。转眼间，数个小时过去了，天色逐渐昏暗了下来。江海之中到处都是搜寻叶君凌的战士和白家之人，他们为了将叶君凌找到，可谓是掘地三尺，声势浩大，震慑了整个江海众人。而叶君凌并不知道，外面的人为了找他，都差点掀翻了江海。此时的他，随着最后一针落在苏雪儿的脸上，他整张脸开始弥漫出了一层黑色的杂质。十几分钟后，叶君凌将苏雪儿脸上的银针全部拔掉，看着他说道。 雪儿，去洗一把脸吧。君临哥哥，我的脸。苏雪儿看着叶君临一脸忐忑紧张的模样，洗完脸就知道了。叶君临微微一笑，带着苏雪儿来到了卫生间，亲自为其擦洗着脸庞，将其脸上的那层黑色杂质全部洗掉了。随着这层黑色杂质被洗掉，苏雪儿脸上的疤痕全部消失不见了，甚至她整张脸都变得更加光滑水嫩，犹如出生的婴儿皮肤。此刻，苏雪儿整个人都可谓是容光焕发，其容颜简直是完美无瑕，没有任何的瑕疵，就像是大自然雕刻的一件艺术品。 好了，雪儿，来照照镜子。叶君临看着苏雪儿微笑道，而他则是变得十分紧张。自从被毁容之后，苏雪儿便再也没有照过镜子了。他害怕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没事的，你要相信君临哥哥。叶君临对着苏雪儿人鼓励道。在叶君临的鼓励下，苏雪儿慢慢抬起头，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而当他看到镜子中那张完美无瑕、白皙如玉的容颜之时，整个人都惊呆住了，其眼睛瞪得大大的，露出不敢置信的目光。苏雪儿无法相信眼前的这张容颜竟然是他的。 他被毁掉的容颜竟然真的恢复过来了，君临哥哥，我的脸恢复了，真的恢复了。此刻，苏雪儿摸着自己那光滑无瑕、没有任何疤痕的脸庞，一脸激动、兴奋的叫道：“我说了，我会帮你恢复你的脸庞，我说的话一定会做到的。”叶君临一脸宠爱的看着苏雪儿，苏雪儿直接紧紧的抱住了叶君临，吐道：“君临哥哥，谢谢你。”此时的苏雪儿因为容颜恢复，整个人内心压抑已久的情绪彻底的释放了出来，其眼中泛着泪光，让人有一种心疼怜爱的感觉。傻丫头，你的脸都已经好了。 还哭啥？再哭就不可爱了。叶君临轻轻擦拭着苏雪儿眼角的泪水。君临哥哥，突然，苏雪儿抬起头注视着叶君临，不等其反应过来，他直接踮起脚尖，便吻住了叶君临的嘴唇。而叶君临神色一滞，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做，毕竟这还是他第一次和女生接吻呢。就在这时，苏雪儿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他猛地一惊，连忙结束了和叶君临的亲吻，满脸羞涩紧张的从身上摸出手机接听。妈，我，刷。下一秒，苏雪儿的脸色一变，大叫道：“不要伤害我爸妈！” 啪，随即这电话就被挂断了。叶君临看着苏雪儿，雪儿怎么了？君临哥哥，白家抓了我爸妈，他们让我带着你去白家，不然便要杀了我爸妈。君临哥哥，你说怎么办？苏雪儿满脸着急道。白家，看来他们迫不及待的想死了。叶君临冷冷的哼道，看着苏雪儿，雪儿走，去白家。不行，君临哥哥，你将白芷若伤成那样，白家肯定不会放过你的。现在你去白家，便是自投罗网，太危险了。苏雪儿连忙说道。可你爸妈还在白家呢。 叶君林看着苏雪儿，后者咬着牙吐道：“我自己去白家，总之不能连累君临哥哥。”听到苏雪儿的话，叶君临内心一暖，笑道：“雪儿，放心吧，区区白家还奈何不了你君临哥哥。不过雪儿，你被白芷若毁容，你父母却并未为你做任何事，甚至今日这种情况下，他们都不来救你。他们这样的父母，还值得你这么在乎吗？”叶君临沉声道，显然其心中对于苏雪儿的父母十分不满。毕竟今日若非他恰好归来，那雪儿的下场不堪设想。但其父母却并未出现一下，自然让叶君临不耻。 君临哥哥，这不能怪我爸妈。若他们为我出头，那便会连累整个苏家。我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而让苏家那么多人跟着我受罪，那样我会于心不安的。苏雪儿解释道。真是个傻丫头。叶君临摸着苏雪儿的脑袋，感慨道。随后，叶君临带着苏雪儿直接前往了白家。而在白家之中，此刻气氛显得十分压抑。在那白家大厅中，聚集着一群白家之人，他们一个个神色阴沉，眼中充满了怒火，尤其是那位白家家主。 他便是白芷若的父亲白风，此刻其面色扭曲，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怒火和杀意。此时，在白家大厅中还跪着三道身影，正是苏家老大苏天国和老二苏天明，还有其妻子杜梦娟。今天苏雪儿那个贱人不把叶君临那个混蛋带来的话，我便要让你们苏家之人全部不得好死！白风一脸狰狞，神色阴冷的指着苏天国三人吼道。而他这话直接让苏天国身子一颤，连忙说道：“白家主，这件事都是苏雪儿个人所为，和我苏家绝无任何关系。” 我苏家也绝对不知道叶君凌那家伙竟然还活着，还请你高抬贵手，放我苏家一马，放你们一马。那谁来弥补我女儿所遭受的屈辱和折磨？白风一脚直接踹在苏天国身上，将其踹翻在地。顿时，苏天国面色扭曲，露出一丝痛苦之色，不敢再说任何话了。至于苏天明和杜梦娟夫妻俩的脸色不断变化着，内心祈祷着苏雪儿不要来。但十几分钟后，叶君凌带着苏雪儿出现在了白家之中。爸爸妈妈，苏雪儿看着其爸妈跪在地上，连忙冲了过去。雪儿。 而苏天明夫妻俩看着苏雪儿真的来了，他们脸色一变。但当他们看着此刻苏雪儿的容颜之时，却是惊呆住了。爸妈，你们没事吧？苏雪儿来到其父母面前，关心道：“雪儿，你的脸。”杜梦娟看着苏雪儿的脸，一脸不可思议道：“爸妈，我的脸已经被君临哥哥给治好了。”苏雪儿直接说道。白家众人和苏天国看着苏雪儿的容颜竟然被治好了，都是一脸惊愕的表情。他听到苏雪儿的话，苏天明和杜梦娟的目光不由得扫向了叶君临。这时。 叶君林走了过来，看着苏雪儿的父母，开口道：“叔叔，阿姨，好久不见。哼，你竟然还活着，为何又要回来害雪儿？你害的雪儿还不够惨吗？你难道还要害的雪儿为你去死吗？”杜梦娟对着叶君林一脸冰冷、不满的叫道：“妈，君临哥哥他……”苏雪儿刚要解释，杜梦娟便冷道：“雪儿，都是因为他，要不是他，你会被毁容吗？会遭受这么多的羞辱吗？现在他的肆意妄为又要害死你了。你说我害雪儿，可当雪儿被毁容时，你们在那？” 今日雪儿在酒店被那白芷若羞辱，甚至要逼迫其嫁给流浪汉乞丐时，你们又在哪？你们没资格说我。叶君凌看到杜梦娟这个态度，顿时毫不客气的说道：“你！”杜梦娟一脸愤怒的指着叶君凌，而一旁的白风直接喝道：“够了！”刷。白风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杀意，注视着叶君凌。叶家小子，没想到你当年被废掉四肢，扔下大海，竟然还能活着。早知道当初就该把你给剁碎了，不然我女儿芷若也不至于遭受如此折磨。叶君凌冷眸扫向白风。 很后悔是吧？你们白家侵吞我叶家资产，还将雪儿害成这样。今天你女儿所受的那些，不过是一点点利息而已。叶君临一脸冰冷的喝道：“叶君临，你找死！来人啊，给我将他拿下！我要将他碎尸万段！”白风直接怒吼道。顿时，一群白家护卫直接冲了进来，便要对叶君临动手。你们要对付的人是我，让苏家的人先离开吧。”叶君临冷漠道。“离开？他们也该死！”白风冷冷的喝道。“让他们走！”叶君临再次喝道。一双眸子扫了一眼白风。 让其内心蓦然一静，随即白风思忖了几秒，看着苏家之人，滚！多谢白家主。苏天国连忙起身说了一句，就朝着外面跑去。而叶君临看着苏雪儿，雪儿，带着你爸妈先回去吧。君临哥哥。苏雪儿一脸担忧的看着叶君临，后者吐道：放心，我没事。雪儿，我们走。杜梦娟直接拉着苏雪儿就朝着外面走去。而苏天明看了看叶君临，微微叹了一口气，离开了这里。小子，就算我放他们走了，等你死了，他们一样得死。 白风看着叶君凌，一脸森冷的叫道：“你没这个机会了。叶”叶君凌冷道：“上！”当即，白风一声令下，那群白家护卫全部朝着叶君凌冲去。咻！咻！这时，冷风和烟儿出现在这，他们两人身形如电，穿梭在这群白家护卫之间。噗噗噗！瞬间，这群白家护卫全部倒在地上，断气了。你们是什么人？白风看到这一幕，其脸色一变，双眸盯着冷风和烟儿两人叫道：“敢动少主者，死！” 冷风面无表情地喝道：“在我白家如此放肆，真当我白家没人了吗？”蓦然间，一道浑厚低沉的声音从大厅外传来。在那大厅外走进来数道身影，为首的乃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身穿白色大褂，一脸阴沉如墨的表情，眼中泛着阴翳的冷芒。在其身后跟着四人，太阳穴隆起，眼中泛着摄人的光芒，气势不凡。父亲，老爷子，白风和白家众人看着这位老者，纷纷叫道：“对方正是白家老爷子，你们两个都是武者吧？” 白老爷子扫了一眼冷风和烟儿，一脸威严的喝道：“就算是武者，我白家也不是你们可以放肆的地方。刷”刷刷。下一秒，白老爷子身后四人中的两位同时出手，朝着冷风和烟儿冲去。两人身形如电，出手凌厉，掀起一阵劲风，显然都是武者。扑哧，冷风挥舞出一柄匕首，瞬间割开了其中一人的喉咙；而烟儿纤纤玉手一挥，其手指修长的指甲直接穿透了另外一人的胸口。砰砰，那两位武者眼睛瞪得大大的，都没反应过来，便倒在了地上。 死不瞑目！唰，看着那两人惨死，白老爷子神色一变，十分难看。这两位武者可都是二品黄境的实力，一人足以对付二三十位特种兵。没想到今日竟被人一招秒杀了！你们两个将他们拿下！白老爷子对着身后剩下的两人叫道：“这两人乃是白家请来的供奉，一身实力达到了四品黄境，乃是白家最强战力。”这时，那两位白家供奉走了出来，看着冷风和烟儿，刚要装个逼：“你们两个小娃娃！”结果他们话都没说完，冷风便如鬼魅一般出现在他们面前。 其手中的匕首划过一道弧光，快若闪电。噗，噗！当场，这两位四品黄境实力的白家供奉眼睛便瞪得大大的，喉咙处鲜血喷涌而出，直愣愣的倒在了地上。而当这两位白家供奉都被斩杀之后，白老爷子和白家众人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你，你身边怎么会有这么强的武者、啊？白老爷子目光扫向叶君凌，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他无法想象，七年前还是家族被灭、被人打断四肢扔进海里的少年，七年后身边竟然有了两位实力如此之强的武者。呵呵。 叶君凌看着白老爷子冷笑一声，朝着对方走去，开枪。不过白老爷子倒是十分淡定，口中吐出两个字：“砰砰砰！”当即数道枪声响起，六颗子弹从不同方向朝着叶君凌和冷风还有一二急射而去。显然在这还埋伏着枪手，功夫再高又如何，挡得住子弹吗？白老爷子冷哼一声，结果他话刚说完，表情便凝固住了。只见叶君凌手一挥，那六颗子弹竟然真的被挡住了，而且还全部原路返回。咻咻咻！随着一道道破空声响起。 那六颗子弹直接朝着那六位枪手急射而去，顿时几道惨叫声响起。那埋伏在暗中的六位枪手全部现身，倒在了地上。你白老爷子看到这如科幻电影般的一幕，其身子止不住的颤抖着。而白家众人都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他们没想到这死而复生的叶家小子，竟然连子弹都杀不死他，这还是人吗？白老。就在这时，白家之外冲进来一群人，为首的正是江海总部何光，在其身后则是一群守卫江海的城防军战士。刷。 白老爷子看着何光出现，其神色一变，大叫道：“何总督，你来的正好，立刻将他们三人拿下。”何光目光随意的扫了叶君临三人一眼，冷道：“拿下。”作为如今江海第一家族，就算是堂堂江海总督，也得敬畏三分。这便是为何白老爷子一声令下，何光便会立刻调动城防军封锁江海的缘故。现在白老爷子一句话，何光压根也不用问什么，直接将叶君临三人拿下便是。住手！冷风直接喝道，走了过来，看着何光：“江海总督何光是吧？大胆！” 怎么和总督说话的？何光身旁一位副手指着冷风叫道：“刷！”冷风直接拿出一本绿色证件交给了何光，冷道：“自己看看吧。”而何光拿着这本证件，好奇的将其打开一看，其脸色瞬间就变了，瞳孔一缩，一脸震惊的表情看着冷风。看完了，冷风看着何光，后者身子微微一颤，连忙恭敬的将证件交给对方，刚要开口，冷风便接过证件，冷漠道：“带着你的人滚！”是。何光二话没说，带着城防军便要离开。白老爷子面色一变，连忙叫道。 何总督，你？但何光仿佛压根没听见白老爷子的话，带着城防军快速的离开了这里。这何光的突然离去，让白家之人都是一脸懵逼的状态，不知为何。但白老爷子隐隐猜到什么，其双眸注视着冷风：“你们究竟是谁？”死人不需要知道这些。”冷风冷道，其目光扫向叶君灵：“少主要全部杀了吗？”“不，他们现在还不能死。”叶君灵摇了摇头，来到白老爷子面前，注视着对方：“现在我若屠灭白家，易如反掌，但我不会这么做。” 因为我不能让你们死的这么痛快。十日之后，乃是我父母的忌日，到时我要你们这些伤害过我叶家的人全部去叶家，给我爸妈还有叶家死去的所有冤魂跪拜谢罪。记住，十日之后我在叶家等着你们，你们若不来，我会让你们生不如死的，也别想着逃，因为你们逃不掉的。叶君临嘴角上扬，露出一抹恶魔般的笑容，看着白家众人，让人不寒而栗。扑通一声，白老爷子直接瘫软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着气，而叶君临带着冷风和烟儿直接消失在了白家。 至于那群白家之人都是一脸呆滞的表情，好半天才回过神来。父亲，你怎么样？白风连忙来到白老爷子面前，将其搀扶起来。此时，白老爷子深呼一口气，逐渐缓了过来。父亲，现在我们该怎么办？难道十天之后真的去给叶家那群死鬼跪拜谢罪？白风看着其父亲，不禁吐道：“就算去了，他也不会放过我们的。他这么做，只不过是想羞辱折磨我们而已。”白老爷子摇了摇头：“那我们该怎么办？那小子现在的本事好像不小，连总部竟然都不敢插手此事。” 白风满脸愁容，而白老爷子冷哼道：“你去调集所有白家可以调动的力量，同时通知其他两大家族，他们两家当年都对叶家出手了，叶君临也不可能放过他们的。告诉他们，现在只有大家一起联手才能活命，还有立刻将这小子活着的消息传出去，能传多远就传多远。刷”唰，这时白风眉头一挑，道：“父亲，你是想让当年那位大少知晓这小子还活着的消息？以那位大少的性格，他若得知叶君临还活着，绝对不会放过他，他若出手。” 那这小子怕是活不到叶家忌日那天了。白老爷子冷冷的喝道：“父亲，你这招厉害，我现在就去做。”白风当即点了点头。而白老爷子继续说道：“你去联系一下你妹妹。父亲，你是想让沈家也出手？”白风双眸一凝。虽然当年你妹妹怨恨我将其嫁去了沈家，但如今到了白家生死存亡之际，她也得为家族出一份力了。若沈家愿意出手，以其江南郡顶级豪门的身份，对付这小子易如反掌。”白老爷子开口说道：“明白了，我这就去联系妹妹。”白风连忙说道。 而在白家之外，冷风看着叶君临少主，你为何不直接杀了他们，还要等十天？少主是想借此机会引出当年灭掉叶家的那位神秘大少吧？叶儿看着叶君临，轻声吐道：“没错，白家若想活命，必定会想尽办法让那家伙知道我还活着的消息。到时他若出现，我便可以为我父母还有姐姐报仇了。”叶君临双手紧握，眼中闪烁着无尽的杀意。关于当年那位神秘大少的来历和身份，叶君临一无所知。他也曾询问过自己那七位神通广大的师傅，但他们都闭口不谈。 只是让叶君临自己去寻找到对方，因此叶君临只能借助这个办法来引对方出来了。嫣儿，你去办件事。叶君临对着嫣儿吩咐了一声，随即看着冷风，冷风，你刚才给那个总督看的是什么东西？我看他好像很害怕的样子。是天机阁准备的一个身份证件，有了这个证件，龙国的那些官员都不敢为难少主。冷风回答道。这么厉害？叶君临虽然知道三师父的天机阁不简单，但天机阁具体是干啥的，他却不太清楚。这点手段对于天机阁而言算不得什么。 若是将少主你天机阁少主的身份拿出来，怕是整个龙国的达官贵人都得立刻前来跪舔少主了。”嫣儿打趣道，“天机阁有这样牛逼吗？”叶君临暗暗咂舌。以后少主慢慢就会了解天机阁的厉害之处了。”嫣儿回答道。随后，叶君临给苏雪儿打去了电话，对方一接到他电话，连忙叫道：“君临哥哥，你怎么样了？我没事。雪儿，你现在在哪？”叶君临询问道。“我在苏。”苏雪儿刚说一半，那电话就被挂掉了。而叶君临眉头一皱，直接前往了苏家。 就在叶君临前往苏家的同时，一则消息迅速传遍江海。七年前被灭门的江海叶家之子叶君临发出通知：凡是当年对付过叶家的人，十日之后，在叶家忌日之时，都必须要到叶家老宅去跪拜谢罪。如有不道者，杀无赦。这则消息一出，直接引起了整个江海各方势力的轰动。那些当年曾参与对付叶家、掠夺叶家资产的人，都被惊到了。尤其是当年江海五大家族中的另外两家——许家和明家，他们两家同样对付过叶家，侵吞了叶家大量的资产。此刻，许家和明家的人在得到。 这则消息后，都是迅速议论起来。很快，白家传来消息，而当两家得知叶君临在白家的所作所为后，他们都是一惊。七年不见，思子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许家老爷子眉头紧皱：“家主，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一众许家高层聚集于此，担忧道：“怕什么？叶家已经没了，就凭他带着两个高手，能翻得起什么浪来？”许家老爷子一脸不屑道：“立刻联系老二，让他从江南战区中调集一批精锐前来，我就不信对付不了他。” 而在明家之中，明家老爷子同样下达命令，联系狼门，说明家愿出三个亿要叶君临的命。除去白、许明三家之外，其他曾对付过叶家的势力都纷纷使出各种手段，欲要灭杀叶君临。一时间，江海之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苏家，叶君临来到了这里，你竟然还活着！当苏天国和苏天明、杜梦娟、苏天林几人看着叶君临之时，一个个神色一变，惊讶不已。君临哥哥，苏雪儿看着叶君临，一脸激动地扑入了其怀中。 雪儿，过来！杜梦娟面色一变，对着苏雪儿呵斥道，随之目光扫向叶君玲叶君玲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如何从白家活着出来，但我希望你能认清现实。现在的你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叶家大少，你已经没资格雪儿在一起，而且你的存在只会给他带来危险，更加会危害到我们整个苏家。妈，苏雪儿刚开口，那苏天国便直接叫道：“雪儿，你妈说的没错，这小子如今得罪了白家，白家绝对不会放过他。你若和他纠缠在一起，只会葬送整个苏家。苏家乃是你爷爷一生的心血。” 难道你要气死爷爷吗？我，苏雪儿神色微变，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既然你说到苏爷爷了，那就让苏爷爷出来说说吧。叶君临冷漠道：“小子，我父亲早已中风，无法动弹言说，你让他出来说什么？”苏天国冷喝道：“苏爷爷中风了？”叶君临惊讶道。而苏雪儿开口道：“君临哥哥，爷爷一年前突然中风，至今都无法动弹，也说不了话。”雪儿，苏爷爷在哪？带我去看看。叶君临开口道：“叶君临，你以为你是谁？老爷子是你想看就看的？” 来人啊，把他给我扔出去！而随着苏天国开口，苏天明连忙说道：“大哥，毕竟当年父亲也十分疼爱君灵，就让他去看看父亲吧，说不定父亲看着君灵出现，情况会有所好转呢、啊。”雪儿，我们走。叶君灵完全没搭理苏天国，跟着苏雪儿便来到了苏家老爷子所在的房间。此刻在这房间中，一位骨瘦嶙峋、白发苍苍的老者躺在床上，双眼木讷，表情僵硬，一动不动，正是苏家老爷子苏四海。叶君灵看着苏老爷子走了过去，其眉头陡然一皱：“君灵哥哥，怎么了？” 苏雪儿看着叶君凌，表情不对，好奇道：“苏爷中毒了。”叶君凌直接说道：“刷！”苏雪儿面色一变，惊呼道：“什么中毒？这怎么可能？小子，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这时，苏天国走了进来，看着叶君凌，冷哼道。而跟在后面的苏天明看着叶君凌，君凌，你刚才说的是真的有？有苏爷爷的确是中毒了，而且这毒不是一般的毒，普通医生和仪器根本检查不出来，只能是以为中风了。叶君凌冷道。 既然你说医生和仪器都检查不出来，你又如何知道老爷子是中毒了？你莫不是为了表现自己，而在这故意瞎说？杜梦娟看着叶君临，冷冷的呵斥道：“妈，我相信君临哥哥，他不会说谎的。”苏雪儿连忙说道。而叶君临淡定的吐道：“是不是中毒？等老爷子醒来就知道。<秀>”咻！叶君临右手一挥，两枚银针出现在其手指间，他直接捏着两枚银针，分别刺入苏老爷子的百会穴和潭中穴。你在干什么？住手！ 苏天国看着叶君凌给老爷子扎针，其面色一变，直接就要冲上去阻止。闭嘴！叶君凌扫了一眼苏天国，那摄人的眼神让苏天国内心一悸，全身一阵发麻，僵住了。大伯，你们别激动，君凌哥哥会医术，他这是在救治爷爷呢。苏喜儿当即解释道：“他会医术。”杜梦娟扫了一眼叶君凌，质疑道：“是啊，我之前不是说了吗？我的脸就是君凌哥哥治好的。”苏喜儿点了点头，简直一派胡言！就他一个家破人亡的废物，又怎么可能懂医术？来人！ 给我将这小子扔出去！苏天国一脸强势的说道，当即便要招来下人对叶君临动手。但这时突然一阵咳嗽声响起，苏家众人目光一扫，直接惊住了。只见那苏老爷子原本木讷的眼神恢复正常，他整个人已经清醒了过来。而叶君临插在其身上的两根银针已经变黑了，正冒着黑气。叶君临直接拔掉两根银针，看着苏老爷子：“苏爷爷，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君临，你没死，太好了！”苏老爷子看着叶君临，一脸激动的叫道：“爷爷！”而苏雪儿看着其爷爷醒来。 连忙叫道：“至于苏天国等人，都是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随即纷纷叫道：‘父亲！’哼，你们几个连老头子我是中风还是中毒都不知道。要不是君临老头子，我怕是早就没命了。”苏老爷子看着苏天国几人训斥道，而他们几个低着头不敢反驳。君临，谢谢你啊！要不是你，老头子我恐怕……这时，苏老爷子看着叶君临感激道，而叶君临微笑道：“苏爷爷，你当年对我那么好，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不过，苏爷爷，你知道是谁给你下的毒吗？” 当即，苏老爷子双眸一凝，沉声道：“能给我下毒的，只有苏家内部的人。家族内竟然有人敢给父亲下毒，我这就去把这个人揪出来。”苏天国直接叫道，但苏老爷子却吐道：“不用了，下毒之事让天明去查吧。”顿时，苏天国面色一变，而苏天明开口道：“是父亲，我会尽快查清楚是谁所为。”苏爷爷，你体内的毒虽然被清理了，但你毕竟上了年纪，身体还需要好好调养。”叶君临说着，其目光看向苏雪儿：“雪儿，我待会给你写个药方。” 你让人去按照药方抓药给苏爷爷服下，可以帮助苏爷爷身体快速恢复。好，苏喜儿点了点头。叶君凌写完一张药方，便先行离开了。苏家则开始调查给老爷子下毒之人。而在苏家某个房间中，一道阴冷愤怒的声音响起：“该死的叶君凌，竟然敢破坏我的计划！”大人，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另外一道声音响起。虽然老爷子醒了，但他已经对大哥产生了怀疑。开始下一步计划吧。那道阴冷愤怒的声音再次传出，随即吐道：“这个叶君凌必须要除掉。” 一品别院，叶君临刚回到这，一辆车子便停在其旁边。江木哥从车中走了下来，看着他惊讶道：“叶公子，你怎么在这？是你啊！”叶君临扫了一眼江木哥，陡然眉头一皱，叫道：“小心！小心！”叶君临看着江木哥，突然被叫道，他猛地上前，一把拦住其腰肢，一闪，砰<哼>！同一时间，一颗子弹疾射而来，从江木哥所站的位置穿了过去，射在地上传出闷响声。此刻江木哥看着那子弹，脸色极其难看。刚才若非叶君临出手， 恐怕他已经毙命，而这袭击还未结束。咻，咻，咻！瞬间又有三颗子弹破空而来，全部瞄准了江木哥，一副是要将其斩杀的架势。叶君凌直接抓着江木哥的身子，躲在了那车子后面。而驾驶位上那位保护江木哥的女保镖小月也是反应极快，直接从副驾驶上窜了出来，看着江木哥：“小姐，你没事吧？”“我没事。”江木哥摇了摇头。小月开口道：“是狙击手，肯定是那徐天旺派来的。这个老狐狸之前就该直接杀了他。”小月扫了一眼叶君凌。 道、哦：“你保护好小姐，我去解决掉那狙击手。<秀>”咻！而小月刚要冲出去，一颗子弹又急射而来，擦着其头皮射在对面的墙上，逼得其又退了回来。这时，叶君凌站了起来，那小月脸色一变，叫道：“蹲下！”咻<秀>！就在叶君凌站起来的同时，一颗子弹再次破空而来，而叶君凌面不改色，手一抖，一道银光便急射而出，那颗子弹直接被那道银光给击落了，而银光继续急射而去。啊！下一秒，一道惨叫声便响起了。 这一幕直接让江木哥和小月全部愣住了。好了，没事了。叶君凌一脸平静的说道。这时，江木哥缓缓的站了起来，而小月回过神来，看着叶君凌：“你，你杀了那位狙击手？自己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叶君凌吐道。当即，小月冲了出去，没过一会他便提着一具男性尸体回来了。这尸体的眉心还插着一根银针。他就是那个狙击手。江木哥惊讶道：“没错。”小月点了点头，其目光扫向叶君凌，眼中充满震撼之色。 他完全没想到，对方竟然用一根银针便解决了一位躲在暗处的狙击手，这也太强了吧！叶先生，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江木哥看着叶君林感谢道。而叶君林看着他，你还真是红颜祸水啊！这么多人想杀你？喂，你怎么说话的？小月不满的看着叶君林，江木哥倒是一笑：“红颜祸水，谢谢叶先生的夸赞。不知叶先生怎么会在这？我住这。”叶君林刚开口，江木哥便说道：“这要巧吗？叶先生也住这吗？你也住这？”叶君林扫了一眼江木哥。 后者点头：“是的，我住在五号别墅，不知叶先生住哪栋？有机会我也好登门感谢一下。”一号别墅。叶君临说完就离开了。江木哥听到一号别墅，眼中露出一抹异色。一旁的小月诧异道：“小姐，那一号别墅当年就连你都没拿下来，他怎么会住在那？”这位叶先生有意思，去查查他。小月点了点头：“是，不过小姐，徐天旺那个家伙绝对不能再放过了。这老家伙乃是我父亲的心腹，在江氏商会根深蒂固。今天的局势你也看到了，商会的那帮老人都站在他那边。” 现在还不能动他，可万一他再对小姐出手怎么办？不如再增派一批人手来保护小姐。小月担心道。没事，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办法。江木哥微微一笑。翌日，叶君临刚刚起床，来到客厅，嫣儿便来到其面前。少主，早餐已经做好了。你怎么还做了早餐？叶君临看着那餐桌上各式的早餐，惊讶道。我的任务不仅要负责听从少主调遣，还同时负责少主的生活起居。嫣儿解释道。那麻烦你了。叶君临直接就吃了起来。嫣儿拿出一份文件放在其面前。 少主，这是你让我调查当年侵占叶家各大产业的那些人名单，都在这儿。这么快？叶君临喝了一口牛奶，看着手中的名单，惊讶道：“对于天机阁的情报系统而言，调查这些并不是什么难事。”嫣儿回答道：“天机阁还真是厉害啊！”叶君临不禁感叹道：“虽然他经常听其三师傅吹嘘天机阁的厉害，但他一直都不太相信。如今这亲眼见到，倒是让其大为震惊。这天机阁随便弄个身份证明便能震慑住一城总督，如今又有着这么强的情报系统，的确厉害。这些趁火打劫的家伙。” 看着名单上那一排排的名字，叶君凌眼中闪烁着寒芒，冷道：“这些人一个都不能放过，我叶家的东西，我要一样不剩的全部拿回来。”叶君凌紧紧的捏着手中的名单，寒光四射。突然一阵门铃声响起，嫣儿前去打开门，而门外站着的则是江木哥和小月。你是？嫣儿看着对方询问道。江木哥看了看嫣儿，问道：“请问叶先生住在这里吗？你怎么来了？”叶君凌走了过来，看着江木哥，后者微微一笑：“叶先生不打算请我进去坐坐吗？进来吧。” 叶君临随意道，旋即江木哥走进别墅中，开口道：“叶先生的这别墅可比我住的别墅豪华的多。据说这一号别墅当初无数富豪都想买下，但都没成功。没想到被叶先生给拿下了。看来叶家虽没了，但身为叶家大少的叶先生还是神通广大、啊。”刷。叶君临扫了一眼江木哥，冷道：“你调查我？”叶先生，抱歉。”江木哥微微行礼：“哦、啊，我因为对叶先生好奇，所以让人查了一下，才知道叶先生便是当年江海第一家族叶家大少。之前眼拙，还请叶先生见谅。” 叶君林看着江木哥，你今天来若就是为了说这些，那可以走了。今日我来是想和叶先生做一笔交易的。当即江木哥开口道：“交易？什么交易？”叶君林疑惑的看着江木哥，我想让叶先生做我的贴身保镖，保护我的安全。”江木哥直接说道：“呵呵。”当即叶君林轻轻一笑，道、哦：“江小姐，你为何觉得我会答应做你的贴身保镖？你是觉得我叶家没了，我就只能当个保镖吗？让少主给你当保镖，你配吗？”这时一旁的嫣儿看着江木哥不屑道。 小月神色一冷，盯着他：“你说什么呢？”江木哥示意小月不要说话，面带微笑的看着叶君临。叶先生，你误会了。我知道叶家虽没了，但如今强势归来的你，绝对不会沦落到去当保镖。只是我最近遇到一些麻烦，想必叶先生也看到了，因此我需要一个值得信任、武功又高的人来保护我一段时间。而我思来想去，唯一符合要求的只有叶先生你了。当然，我不会白让叶先生给我当保镖的。我这有一件东西，想必叶先生一定很感兴趣。”江木哥轻声吐道：“什么东西？”叶君凌看着对方，而江木哥直接说道：“山河图。” 轰！听到“山河图”三个字，叶君临双眸一凝，身上散发出一股恐怖的气势。轰！随着江木哥说出“山河图”三个字，叶君临身上直接散发出一股恐怖的气势，压迫着江木哥、小月、二三人都喘不过气来。山河图乃是一幅古画，而叶君临之所以这么大反应，则是因为山河图是叶家至宝。当年叶君临父亲和其说过，山河图是叶家最重要的东西，绝对不容有失。下一秒，叶君临稳定住情绪，收敛气势，看着江木哥：“你知道山河图在哪？” 知道，江木哥点了点头，道：“若叶先生愿意担任我的保镖，我可以将山河图归还于叶先生。<刷>”唰，叶君临神色一冷，看着江木哥：“你在要挟我？”叶江木哥刚开口，叶君临便一手探出，闪电般的掐住了其喉咙。而一旁的小月面色一变，就要对叶君临动手，结果被那烟儿给瞬间制服住了。我这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被人要挟。叶君临神色冰冷，眼中泛着寒芒，注视着江木哥，直接松开了对方的脖子。可嗨<爱>嗨！顿时，江木哥面色惨白。 一阵咳嗽着，小姐，你没事吧？小月看着江木哥，担心道。后者摇了摇头，看着叶君凌，叶先生，抱歉，让你误会了，我并无要挟你的意思。今晚江海会有一场拍卖会，到时那幅山河图会被拿出来进行拍卖。拍卖？叶君凌眼中露出一抹冷色，看着江木哥，这种事我不希望再有第二次。你们可以走了。叶先生，抱歉。江木哥看着叶君凌，微微躬身，带着小月离开了这里。少主，我现在就去将那山河图拿回来。叶儿看着叶君凌，吐道，而他摇了摇头，冷道，不用。 今晚我亲自去。而此时，在这别墅外，小月看着江木哥脖子上的勒痕，愤愤不平：“小姐，那个家伙真是的，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竟然对小姐你动手。”“没事，是我太低估那山河图对他的重要性了。”江木哥摇了摇头，而小月则是开口：“对了，小姐，你为何不告诉他今晚的拍卖会就是我们江氏商会举办的？万一他到时候大闹拍卖会怎么办？那样最好。你难道忘了今晚拍卖会谁负责吗？”听到小月的话，江木哥眼中泛着金芒，而前者一愣，突然眼前一亮，叫道。 徐天望，而后苏家之中，父亲，我真的是被冤枉的，我可是你的亲儿子，怎么可能会干出给你下毒的这种事？还请父亲明察，这一定是有人陷害我，对，肯定是老二陷害他，他想要谋夺苏家家主之位，所以才会故意陷害我的。此刻大厅中，苏天国跪在地上，看着面前的苏老爷子，不断诉说着，随即其手指着一旁的苏天明，一脸愤怒道：“大哥，你胡说什么呢？我怎么会陷害你？”苏天明连忙解释道：“没错，我家天明才不会干这种事，你不要乱冤枉人。”杜梦娟也是连忙开口。 够了！这时，苏老爷子一脸愤怒的看着苏天国呵斥道：“你这个逆子，如今人证物证都在，你还敢狡辩？为了这个家主的位置，你还真是心狠手辣！来人啊，给我将他拿下，直接送去警署！”父亲，不要啊！我真的没有给你下毒！”苏天国不断哀求道：“爷爷，这会不会是误会啊？大伯怎么会给你下毒呢？”一旁的苏雪儿忍不住说道，结果被其母亲呵斥道：“雪儿，这证据都在这，怎么可能是误会？你别多嘴！”这是咋了？突然，叶君临的身影出现在这。 好奇道：“君临来了呀，哎，让你见笑了。给老夫下毒的人查出来了，没想到竟是我自己的儿子，真是家门不幸啊。”苏老爷子看着叶君临，叹息道：“叶君临目光扫向苏天国，就是他下的毒，没错，就是他，只是其心腹手下干的，而且还在其房间中找到了毒药。这个孽障，为了家主之位，简直是丧心病狂。”苏老爷子面色铁青的呵斥道：“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那个手下他是故意冤枉我的，还有那个毒药，我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在我房间。” 此刻苏天国还在不断解释着，而那苏天林开口道：“大哥，你就不要解释了，没用的。或许那毒真的不一定是他下的。”这时，叶君临突然说道，让苏天林面色一变，其目光闪烁了一下，连忙开口：“怎么可能？这人证物证都在，人证可以作假，物证同样可以作假。若无直接证据，还是慎重为好，以免让真正下毒之人奸计得逞。”叶君临淡淡的说道：“君临，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苏老爷子看着叶君临，好奇道：“没错。” 我的确发现了一些可以找到给苏爷爷下毒之人的证据，但现在还不能说。恳请苏爷爷耐心等待几天。”叶君临开口道，“好，就按你说的，先将这个孽子关起来。”苏老爷子点了点头，苏天国则被带下去关了起来。君临，你发现了什么证据啊？”苏天林看着叶君临，不禁问道，“你很想知道吗？”叶君临看着苏天林，后者尴尬道，“我这不也是为了尽快查明真相吗？”叶君临吐道，“放心，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随即，叶君临看着苏老爷子，苏爷爷。 我想带雪儿出去逛逛，不知可以吗？当然可以。苏老爷子点了点头，道：“对了，君临，我听说了白家的事，你，苏爷爷，这件事你就不用管了，我自会处理。”叶君临说完，带着苏雪儿便离开了。父亲，你为何要让雪儿跟他走？这家伙得罪了白家，随时都会死，雪儿跟着他会有生命危险的。而且他现在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叶家大少了，你难不成还想让他和雪儿在一起？这时，杜梦娟一脸不满的叫道：“我相信他，就凭君临那一手医术。” 如今的他便已经不是七年前的他了，而且他昨日为何能安然无恙的从白家离开？你们难道就没想过原因吗？苏老爷子眼中泛着深邃的光芒，吐道。随后，叶君临带着苏雪儿离开苏家，两人宛如情侣一般在江海逛了起来。转眼间到了饭店，两人找了一家餐厅。君临哥哥，我好久没像今天这么开心过了。苏雪儿看着叶君临，兴奋道：“以后每一天我都会让你像今天一样开心的。”叶君临亲捋苏雪儿有些凌乱的发丝，宠溺道：“好漂亮的妞，没想到吃个饭还能遇到这么一位靓妞。” 数分钟后，餐厅中出现一群人，为首的一位穿着华丽的青年，一眼看到苏雪儿，眼中泛着亮光。那青年迫不及待的走了过去，看着苏雪儿微笑道：“美女，我能加你个微信吗？”苏雪儿看着那青年，黛眉一皱：“明少爷，你要干什么？”“美女，你认识我？”那青年惊讶道。而他正是当年江海五大家族之一的明家大少明成。我是苏雪儿，你说我认不认识你？”苏雪儿开口道：“你是苏雪儿，你不是丑。” 当这位名家大少听到眼前的美女是那个丑八怪苏雪儿之时，整个人都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没想到你的容颜竟然恢复了，而且还变得这么漂亮，看来倒是可以玩玩。明成一只手肆无忌惮的朝着苏雪儿脸上抹去，但就在这时，一只刀叉直接插在了其手掌上。啊！顿时，明成惨叫一声，手掌鲜血直流。而出手之人正是叶君凌。你！此刻明成满脸愤怒的盯着叶君凌，刚要开口，叶君凌便一巴掌直接扇了出去，将这位名家大少扇翻在地。 混蛋，给我上，打死他！明成躺在地上怒吼道。当即，明成带来的那些人便要对叶君凌动手，而苏雪儿吓得俏脸一白。你们吓到雪儿了？叶君凌起身扫了这群人一眼，眼中泛着摄人的寒芒，直接吓得这群人扑通扑通的跪在地上，浑身冒着冷汗。随即，叶君凌来到明成面前，看着对方：“明家的人是吧？我没去找你，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你，你是谁？”明成看着叶君凌，面色不断变化。叶家，叶君凌。叶君凌吐出五个字。 一脚直接踩在了这位明家大少的裆部，噗嗤！啊！明成发出一道撕心裂肺、如杀猪般的哀嚎声，其裆部迅速被鲜血染红了。明家当明家老爷子得知其唯一的孙子被叶君凌废掉命根子之时，怒火冲天，大吼道：“通知狼门，我要今天就见到叶君凌的脑袋！”而在许家，许老爷子看着面前一位身穿战服的中年男人：“老二，有你在，那个小小的叶家小子便不足为惧了。一个家族被灭的废物还敢叫嚣，真是不自量力！父亲，你放心吧。” 我会让人去处理掉他的。不过我这次回来还有另外一件事要办。这中年男人开口道，而他则是许家老二许天明，同时还是江南战区的一位校官。什么事？许老爷子好奇道。马上我们都帅就要过寿了，而他酷爱古画，我刚好听说今晚江海有一场拍卖会，会拍卖一幅古画，因此我打算将其拍下送给都帅。许天明吐道。都帅要过寿了，那这寿礼的确要好好准备一下。若能讨得都帅欢心，你便可凌云直上，我许家也可更上一层楼了。当即许老爷子一脸兴奋的说道。而在白家。 白家老爷子和白风都坐在这，在其面前坐着一位打扮华贵的妇人和一位一脸纨绔相的青年，这两人正是白风的妹妹白玉和其儿子沈傲。妹妹，你能来真是太好了，我还以为……白风看着其妹妹白玉，一脸兴奋道：“已经这么多年了，过去的事就不要说了。不管如何，我都是白家一份子。如今白家遭难，我又岂能袖手旁观？”白玉冷漠道：“外公、舅舅，你们无需担心。那个什么叶君凌再牛逼，在我沈家面前也不过是个蝼蚁。七年前他能被人踩在脚下践踏，七年后……” 本少一样可以将他踩在脚下践踏。沈傲撇了撇嘴，一脸嚣张不屑的哼道：“哈哈，二说的不错，在你面前，那个叶君凌的确什么都不是。”白家老爷子笑道：“他这个外孙乃是江南郡六大顶级豪门之一的沈家大少，虽比不得七年前那位神秘大少，但对于叶君凌而言，依旧是高不可攀的存在。以沈家的能量和实力，才死叶君凌便和才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芷若怎么样了？白玉突然问道。唉，芷若脸庞被毁了，加上遭受那番羞辱，心里受到极大创伤。 现在彻底封闭自己了，白风一脸心疼的叹气道。当即，白玉眉头一皱，听说芷若之所以会如此，都是因为那个苏家小姐。没错，就是因为他。要不是因为他，叶君临那个混蛋也不会对芷若下此狠手。我本来打算等解决掉那小子之后，再灭了苏家的。白风满脸怒火的叫道：“芷若乃是我侄女，她的仇，我这个做姑姑的来替她报。明日我便会让那个苏家小姐和苏家付出应有的代价。”白玉神色一冷，眼中泛着厉芒。而在江海某个酒店中，一位身穿黑色长衣的中年男人坐在这。 手中端着一杯红酒，在这中年男人站着一位男子，开口道：“大人，那幅山河图究竟有什么特别的，竟值得你亲自来一趟？”那幅山河图乃是孙大师指定要的，至于有什么特别的，恐怕只有孙大师才知道了。中年男人抿了一口红酒，吐道：“据我了解，那幅画乃是江海一个王族之物，会不会太晦气了？”那男子担心道：“大师既然要，那就不管如何，这幅画都一定要拿下。”那中年男人一口饮尽杯中红酒，一脸威严道：“转眼间，夜幕降临。” 江海某栋大厦外，此刻豪车云集，众多江海权贵名流出现在这，就连江南郡其他诸多城市的大佬都来了。今晚在这将举行一场拍卖会，而举办方乃是如今江南郡数一数二的江氏商会，因此这场拍卖会搞得十分盛大，各界名流都来了。此刻在这拍卖会现场已经来了不少人，而一位两鬓发白、身穿西装、手上戴着一个玉扳指的男人正在接待着一些身份不凡的权贵。徐副会长，听说江会长已经快不行了，看来你马上就要成为江氏商会新任会长了。是啊。 我们看来要提前恭喜徐会长了。几位江海商界大佬看着这位身穿西装、带着玉扳指的男人微笑道：“这话可不能乱说。而且，就算江会长不在了，会长之位也是我们小姐的，又怎么会轮得到我？”这男人谦虚道。而他便是江氏商会副会长徐天旺。你说的是江会长的那个女儿江木哥？他虽然在管理方面有点本事，但毕竟还是太年轻了，哪能和徐会长你比啊？是啊，徐会长，你可是江会长的左膀右臂，江氏商会真正的功臣。论资历，论功绩，都轮不到那个丫头来当这个会长。 这几位商界大佬纷纷恭维道：“诸位客气了，拍卖会马上就开始了，先入座吧。”徐天旺微微一笑，派人将这几人给带去座位上了。主人，看来大家都很支持你成为江氏新任会长。那个丫头根本斗不过你。这时，徐天旺身后一男人开口道：“那丫头没你想的这么简单，这两次袭击都被他躲过了，说明他还是有点本事的。不过，只要今晚这拍卖会顺利举行，我便可将这批商界名流全部拉拢过来。到时候，就算江昆山那老家伙回来，这会长之位我也坐定了。” 徐天望捏着手中的扳指，冷冷的哼道。十几分钟后，这场拍卖会便正式开始了。一时间，各种珍宝被一一端了上来，引来一群人哄抢。诸位，接下来要拍卖的乃是一幅山水画。这幅画经过我们专家鉴定，乃是一幅最少有着数百年以上历史的古画。大家喜爱收藏古画的，可千万不要错过。拍卖台上，拍卖师有声有色的介绍着，同时两位工作人员拿着一个盒子来到台上，将其打开，取出一幅画轴，缓缓的将其打开，顿时一幅有山有水。 古色古香的画卷出现在众人面前，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而这正是叶家的至宝《山河图》。好画！台下的徐老爷子看着《山河图》，惊叹道：“，对着身旁的许天明吐道：，天明，此画若是献给督帅，绝对能讨得督帅欢心。”此刻，在场诸多权贵名流都是被这幅《山河图》给吸引住了，目不转睛。此画起拍价一千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五十万。拍卖开始，随着拍卖师一锤落下，在场众人纷纷叫价：一千一百万，一千三百万，一千三百五十万。 一千五百万，两千万，四千万，转眼间叫价便涨到了四千万，而那许家老爷子直接叫到八千万，看着许老爷子加了一倍，直接劝退了不少人。一个亿，随即，另外一位老者开口叫道：“两个亿。”那位之前在酒店喝着红酒、穿着黑色长衣的中年男人举牌叫道：“三个亿。”许老爷子再次叫道，当即那位老者和黑色长衣男人纷纷继续叫价，转眼间，山河图的价格便被叫到了七个亿、十个亿。 那位长衣男人再次叫道，引起了现场一片哗然。毕竟十个亿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就算一个上市公司想要一下子拿出十个亿也不容易。父亲，许天明神色有些难看的看着其父亲，后者目光闪烁一番，咬着牙叫道：“二十亿！”刷刷刷，随着这二十亿一出，现场一阵轰动，就连那拍卖师都是一惊，随即叫道：“二十亿！第一次，二十亿！第二次，二十亿！”正当那拍卖师要一锤定音之时，拍卖会现场的大门突然被轰开了一位青年一脸冰冷的走了进来，正是叶君灵 我叶家的东西，你们没资格拍卖。叶君临注视着那拍卖师，冷漠道：“我叶家的东西，你们没资格拍卖。”叶君临出现在拍卖会上，看着那拍卖师，冷冷的喝道：“轰！”瞬间，拍卖会现场便产生了一阵骚动。在场的那些达官贵人、商界名流们，都是看着叶君临议论纷纷。其中不少人都是认出了叶君临便是当年的那位叶家大少。而此时，拍卖台上的拍卖师面色微变，看着叶君临，这位公子，你是要参加拍卖吗？若是的话，还请入座，按照程序参与竞拍。” 叶君凌没有说话，注视着那幅山河图，直接走了过去。站住！来人，给我将他扔出去！这时，一旁的徐天旺站了起来，看着叶君凌一脸阴沉的表情。这场拍卖会乃是他拉拢各方权贵势力的契机，又岂能让一个毛头小子给搅乱了？刷刷刷！顿时，一群安保人员出现在叶君凌面前，便要对其动手。突然，冷风和烟儿的身影出现在这，他们两人出手凌厉，直接将这些安保人员给全部解决掉了。一时间，徐天旺的脸色十分难看，阴沉着脸喝道。 敢在我江氏拍卖会上闹事，你们好大的胆子！而徐天旺话音刚落，一群身穿黑色劲装的身影出现，他们都是徐天旺的贴身护卫，一个个直接拔出手枪，指着叶君临三人。叶君临扫了一眼那些人，继续朝着山河图走去。开枪！徐天旺神色一冷，喝道：“他的那些护卫直接就要开枪，结果叶君临手一挥，一根根银针急射而出，直接刺穿了这些护卫的脑袋。他们一个个压根都没反应过来，便全部躺在了地上。唰！这神奇的一幕直接惊到了徐天旺。” 而在场其他人都是一惊，我叶家的东西还轮不到你们来拍卖。叶君凌来到徐天旺面前，冷冷的喝道：“啪！”瞬间，叶君凌一巴掌直接扇了出去，当场将徐天旺给扇飞了出去，其半张脸都被扇得血肉模糊。死！看着叶君凌竟然敢对堂堂江氏商会副会长动手，众人都是一惊。而叶君凌直接来到拍卖台上，那位拍卖师则被吓得额头冒冷汗，连忙后退，不敢多说一个字。那两位拿着山河图的工作人员更是身子颤抖着，不断咽着口水。 叶君凌则是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这幅被其父亲当做叶家至宝的山河图，将其给缓缓地收了起来。你就是当年叶家那个侥幸活下来的少爷叶君凌。突然，徐老爷子站了起来，看着叶君凌，一脸威严地说道：“叶君凌，目光扫向徐老爷子，许家老头子，没想到你也在这。叶家小子，你当年既然侥幸活了下来，就该老实找个山野之地度过此生，而不是再次回到江海，还想让我等去给你叶家死去的那些人祭拜谢罪，真是可笑至极。”徐老爷子看着叶君凌蔑视道。 原来你就是叶家那小子，本来我还打算明天再去派人解决你的，没想到你今晚便送上门来了。既然来了，那就别走了。这时，许天明看着叶君凌，一脸冷漠的喝道：“我今天不想杀你们，你们还有九天活命的时间，好好珍惜吧。”叶君凌拿着山河图，便打算离开。哒哒哒！突然，拍卖厅外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一群全副武装的战士出现在这，拦住了叶君凌的去路。你觉得你今天还走得了吗？许天明看着叶君凌，冷哼道：“江南战区的人。” 冷风扫了一眼这些战士，其目光扫向许天明：“你是江南战区的人？”“没错，江南战区三星校尉许天明。”许天明一脸冷傲的说道：“区区三星校尉便这么狂了吗？江藤山平时就这么管教你们的吗？”冷风面无表情的冷道：“住嘴！竟敢诋毁杜帅！”当即，许天明神色一冷，直接朝着冷风攻击而去。唰<刷>！冷风右手一挥，一柄匕首便闪电般的架在许天明脖子上，让其表情一僵：“放开校尉！”那群战士看着许天明有危险。 对着冷风叫道：“少主说了，先让你们再多活几天。”冷风看着许天明，冷道：“直接收起了匕首。”而许天明大口的喘着气，神色狰狞的叫道：“开枪，杀了他们！”刷刷刷！当场，这群战士便举起手中的枪械，要对叶君凌三人进行扫射。滚！叶君凌冷冷的喝道，一步踏出，一股无形的劲气轰在这群战士身上，将他们全部轰飞出去，七零八乱的砸在地上，连连吐血。唰<刷>，随即冷风眼中泛着冷冽的杀意，盯着许天明。 一副要将其斩杀的架势，而许天明内心一凛，看着冷风，面色一变，叫道：“我乃是江南战区的人，你敢动我分毫，都帅是不会放过你们的。”江南战区的人很吊吗？叶君凌扫了一眼许天明，他一把夺过冷风手中的匕首，直接一掷，噗嗤，这柄匕首当场便穿透了许天明的脖子，将其击杀。许天明眼睛瞪得滚圆，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朝着地上倒去，死不瞑目。他到死都没想到，以他的身份，这个不过是条丧家之犬的叶君凌，竟说杀就杀了他。 天明，而许老爷子看着许天明惨死，顿时一脸悲痛的叫道：“拍卖会现场，其他人看着叶君凌出手就斩杀了一位三星校尉，都是狠狠一惊。这可是三星校尉啊，竟然说杀就杀，未免也太狂了吧！这完全是在赤裸裸的打脸江南战区啊！你，你会不得好死的！”许老爷子一脸愤怒的对着叶君凌吼道：“放心，你肯定死在我前面。”叶君凌冷冷的朝着外面走去，而这时却有一位男人拦住了他，正是之前那位想要拿下山河图的长衣男人。 你是谁？叶君临看着这男人冷道：“年轻人，你很有勇气，也很有实力，但这个世界不是有本事就行的。你杀了江南战区的人，乃是重罪。不过，你若是愿意将手中的这幅古画交给我，我可以保你不死。”长衣男人看着叶君临，淡淡的说道，言语间透着极度的自信。没兴趣。叶君临的这三个字让长衣男人神色一沉，道、哦：“你确定不考虑一下？一旦你走出这个门，便没人救的你了。”而叶君临压根没在意长衣男人的话，直接朝着外面走去。大人，要不要我？ 这时，一位男子来到长衣男人身边，开口。后者摇了摇头，不急，这小子有点意思，先看看再说。很快，叶君凌走出了拍卖会现场，但此刻远处的街道上传来一阵阵密集的脚步声。下一秒，乌泱乌泱的一大群人出现在叶君凌面前。这些人全部身穿黑衣，胸口纹着一个狼字，手中握着尖刀，眼神凌厉，身上散发着一股煞气。他们一眼望去，足足有着几百人，直接将叶君灵给彻底围住了。狼门的人，冷风扫了一眼这群人，而叶君凌疑惑：狼门是什么势力？ 少主，狼门乃是江海一个强大的组织，有着数千成员。狼门之主狼王为人凶狠残暴，嗜杀如命，整个江海都没人敢招惹他们。嫣儿介绍道：“你就是叶君凌？”这群狼门成员中，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男子看着叶君凌，哼道：“谁派你们来的？”叶君凌问道：“他和狼门无冤无仇，对方却这么大动干戈的要对付他，显然是有人在幕后指使。等你死了就知道。”上！那刀疤男子嚣张的叫道：“他身后的狼门成员全部挥舞着尖刀，朝着叶君凌冲去。”刷！ 唰！冷风和烟儿冲了出去，两人出手如电，纵然面对着几百人的包围，依旧无所畏惧。倒是两个好苗子。叶君临看着冷风和烟儿的表现，赞许道：“这两人年纪不大，但一身实力却极其强横，倒是两个不错的武道苗子。”转眼间，这几百位狼门成员就倒下了大半，而那位刀疤男子直接就懵逼了。唰<刷>！随后，刀疤男子反应过来，想到来之前门主的命令，其眼中露出一抹狠意，他直接紧紧地握着手中的尖刀，朝着叶君临劈了出去。 结果，叶君凌两指一伸，就夹住了这柄尖刀，让其再也难以前进半寸。咔嚓！下一秒，叶君凌手指一捏，这柄尖刀直接被其给捏断了。噗嗤！叶君凌捏着断裂的半截刀锋，朝前一抹，瞬间切开了那刀疤男子的喉咙，鲜血喷溅而出。对方眼睛瞪得大大的，双手捂着喉咙，一句话都没来得及，便倒了下去。很快，那几百位狼门成员全部被冷风和烟儿干翻在地，死伤惨重。少主，要不要我去灭了狼门？冷风一脸杀气的看着叶君灵问道。 算了，这就当是给他们一个教训了。若他们还不长记性，再灭也不迟。叶君临摇了摇头，随后叶君临三人便离开了这里。而那些后面出来的拍卖会宾客看着这满地的伤员尸体，全部惊呆住了。而在一品别院五号别墅，江木哥穿着一件真丝睡衣，一脸懒散的坐在沙发上，纤纤玉指端,端着一杯红酒，轻轻摇晃着，给人一种充满成熟韵味的媚态。突然，小月急匆匆的来到别墅中，对着江木哥说道：“小姐，拍卖会那边出事了。”他去了。江木哥轻抿一口红酒。 淡淡的问道：“小月点了点头，没错，他直接闯了进去，杀了徐天旺的护卫，还扇了徐天旺一巴掌，将那幅画给拿走了。果然，江木哥微微一笑。不过，随即小月面色有些不太好的看着江木哥，欲言又止。不过什么？他在现场还杀了许家二爷，对方乃是江南战区的三星校尉，被他当众斩杀，而且据说狼门还派出数百人来杀他，结果死伤惨重。小月看着江木哥，一一说道。听完这些，江木哥眼中露出一抹异色，轻声道：看来我还是太小瞧他了。” 小姐，这家伙杀了一位三星校尉，江南战区肯定不会放过他，和战部为敌，他必死无疑。而且，就算战部不对付他，狼门这次损失这么大，也绝对不会轻饶他的。这家伙恐怕活不过几天了。小月撇了撇嘴，嘟囔道：“我倒觉得他没那么容易死。”江木哥微微一笑，突然其手机铃声响起，他一接听，戴眉一皱，脸上的笑容消失不见，变得有些沉重。“好，我知道了。”江木哥挂掉电话，目光闪烁着。“小姐，发生什么事了？”小月好奇道。“刚才管家打来电话。” 说父亲身体状况更加严重了，若再无治疗之法，恐怕坚持不了几天了。江木哥面色沉重道：“刷。小月脸色一变，叫道：“那怎么办？老爷要是出事，那……你即可帮我联系江南中医分会会长，让他亲自前来。”江木哥直接说道：“是。”小月点了点头。另外一边，叶君临正在回别墅的路上，突然一群拿着棍棒的身影出现在这，你们又是谁？叶君临看着这群人冷道：“叶君临是吧？给我上！”当即那群人挥舞着棍棒就朝着叶君临冲去。 出手狠辣，显然是想要叶君临的命。一旁的冷风直接出手，将他们全部击翻在地。谁派你们来的？说吧。叶君临看着这群人问道：“是，是苏家三爷。”那群人眼中泛着恐惧之色，颤抖道：“果然是他。”叶君临眼中露出一抹冷色。而后，苏家一间房间中，苏天林坐在这，对着面前一位男子怒斥道：“废物，连个毛头小子都解决不掉。大人，你先别激动。那群人虽然联系不上。” 但有可能他们已经解决掉了那小子，都去庆祝了。所以，那男子连忙解释道。结果被苏天林一巴掌扇倒在地，冷冷的叫道：“你觉得我是傻子吗？”此刻，苏天林眼中闪烁着冷芒，道：“看来只能去找他了。”而在狼门，一道森冷嗜血的声音响起：“敢杀我狼门的人，给我找，将他们给我找出来，我要将他们扒皮抽筋。”转眼间，新的一天到来了，苏家之中却是一片狼藉。只见苏家那些保镖全部被击倒在地，而在苏家大厅中，苏老爷子、苏天明、杜梦娟、苏雪儿。 和其他苏家高层纷纷跪在地上，一个个脸色极其难看。在他们面前，则坐着两道身影，正是白玉和其儿子沈傲。在他们母子身旁，还站着两位面色冷酷的中年男人。除此之外，大厅内外还站着一群气势凌人的身影，正是沈家护卫。今日一大早，白玉和其儿子便带着沈家护卫闯入了苏家，将苏家给直接控制住了。沈夫人，你想要干什么？苏老爷子看着白玉叫道：“干什么？就因为你们苏家这贱人，害得我外甥女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和凌辱，你说我要干什么？” 白玉指着苏雪儿，一脸狠辣的叫道：“今天我便要让你们苏家为此付出代价。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你要报仇找我就行了，不要连累我的家人，这和他们没关系。”苏雪儿看着白玉，连忙求饶。白玉看着苏雪儿：“小丫头，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好过的。听说你和叶君玲那小子从小便是青梅竹马，感情很深。他让芷若被那么多人凌辱，今日我便要让你也尝尝这种滋味。到时候他若是看到你被人凌辱，不知会是何感受。刷”唰！听到白玉的话，苏雪儿俏脸惨白，身躯站立。 不要，不要伤害雪儿！这一切都是叶君临干的。你们要找就去找他，不要伤害我家雪儿！”杜梦娟对着白玉大声叫道。“母亲，这小妞长得如此标致，而且看样子还是个厨，就这么让别人糟践，太浪费了。不如先让我好好玩玩再说。”这时，沈傲眼中泛着邪光，盯着苏雪儿。而白玉看着其宝贝儿子，吐道：“那好吧，这小丫头就先让你玩玩。”嘿嘿，沈傲阴邪一笑，来到苏雪儿面前，抓着其下巴：“小美人，别害怕，本少会好好疼惜你的。君临哥哥不会放过你的。” 苏雪儿一脸倔强道：“哼，你的君临哥哥要是赶来更好，本少就当着他的面玩你，那感觉一定很刺激。”哈哈，沈傲一脸兴奋的大笑道：“我就算是死也不会让你得逞的！”突然，苏雪儿眼中露出一抹决意，她猛地起身，朝着一旁的柱子撞去。“雪儿，不要！”“雪儿！”苏天明、杜梦娟、苏老爷子三人看着苏雪儿朝着一旁的柱子撞去，皆是大声叫道。沈傲也没想到这丫头会如此强硬，竟然情愿一死。“君临哥哥，再见了。” 此刻撞向柱子的苏雪儿眼角滴出一滴泪水，眼中露出一抹遗憾，缓缓的闭上了眼睛，便要一死保住清白。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身影蓦然出现，抱住了苏雪儿。而苏雪儿本来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但却发现自己并未撞在柱子上，而是撞在一个充满温度的物体上，其神色一愣，睁开眼便看到了叶君临那张熟悉的面孔。傻丫头，你怎么能干傻事呢？叶君临看着苏雪儿，一脸心疼的摸着其脑袋。君临哥哥，苏雪儿看着叶君临出现，顿时眼圈泛红。 直接扑入其怀中，抽泣着：“君临哥哥，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苏雪儿低声哽咽道。叶君临轻声安慰道：“雪儿，对不起，都是君临哥哥来晚了，害得你受委屈，是君临哥哥不对。”此时，苏老爷子几人看着苏雪儿没事，都是暗暗松了一口气。你就是那个叶家小子？这时，沈傲看着叶君临，冷冷的哼道：“刷！”叶君临冷眸扫向沈傲，眼中闪烁着冷冽的杀意，一字一句的喝道：“欺辱雪儿，你该死！”哟，你很嚣张啊！沈傲一脸不屑的冷道。 小子，你现在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犬而已，也敢在本少面前嚣张？听说你七年前被人踩在脚下羞辱，今天本少便让你重温一下被人踩在脚下的滋味。来人，给我拿下！随着沈傲一声令下，那群沈家护卫瞬间朝着叶君凌冲了过去，一个个动作凌厉，显然都是训练有素的存在。唰！这时，伊儿急射而来，出手凌厉，将这些冲向叶君灵的沈家护卫全部击飞出去。看到这，沈傲神色一沉，大叫道：“给我上！”一时间，所有的沈家护卫全部出手了。 但都越不过烟儿这道防线，被其全部击败。此刻，叶君凌面色冰冷，眼中闪烁着冷冽的杀意，朝着沈傲一步一步走去。你们两个将其拿下！白玉看着叶君凌，一脸严厉的对着身旁那两位中年男人叫道：“刷刷。刷顿时，白玉身旁的两位中年男人眼中露出一抹冷光，身形一动，朝着叶君凌疾射而去。这两人都是五品黄境的武者，乃是白玉专门从沈家调来的。武者分为天地玄黄四境，每境分为一道九品，而像五品黄境这样的实力。 足以称霸一方城市。毕竟，就连江海如今最强的家族白家的顶尖强者，也不过区区四品黄境。至于沈家，身为江南郡六大豪门之一，势力遍布整个江南郡，因此调动两位五品黄境的强者，倒算不得什么。叶君临看着那两位中年男人攻击而来，直接就是两根银针疾射而出。咻，咻！这两位五品黄境武者都没反应过来，眉心便被一根银针刺穿，两人眼睛瞪得大大，直接倒在了地上，死不瞑目。唰！这一幕直接让白玉和沈傲的脸色都是一变。 母子俩眼中露出震撼之色。你，沈傲看着叶君临刚要开口，对方便出现在其面前，一巴掌扇在其脸上，当场将其扇翻在地。二，看着自己宝贝儿子被打，白玉面色一变，大叫道，随即一脸狰狞，如泼妇般的指着叶君临叫道：“你竟敢打我儿子，我要你不得好死！”啪，叶君临一巴掌再次扇了出去，将白玉也给扇翻在地，半张脸直接被打得红肿起来。苏家众人看到这，都是震撼连连。随即，叶君临一脚踩在了沈傲的脸上，冷道。 就凭你也想将我踩在脚下？你配吗？听到叶君临的话，沈傲面目狰狞的怒吼道：“该死的混蛋！我乃是沈家大少爷，你竟敢这么对我！你死定了！我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你没这个机会了！叶君临面无表情的吐出一句话，其脚下猛的用力，直接就将这位沈家大少的脑袋给踩爆了。瞬间，血腥的一幕呈现在众人面前。苏老爷子、苏天明、杜梦娟等人面色都是一变，有些不太适应。二白玉躺在地上，看着其儿子惨死在自己面前，一脸痛苦的叫道。 随即，其双眸猩红，睚眦欲裂的盯着叶君凌：“你，我要杀了你！”当即，白玉如疯了一般从地上爬了起来，张牙舞爪的朝着叶君凌冲去。咔嚓！这时，嫣儿解决掉那些沈家护卫，来到白玉面前，白皙玉手一挥，直接掐断了对方的脖子，将其扔在了地上。至此，这对来自江南郡六大豪门之一的沈家母子便双双入地府了。而他们到死都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就这么死了。苏爷爷，你们没事吧？叶君凌目光扫向苏老爷子，询问道，上前将其给搀扶了起来。 君临，这次多亏了你，要不是你，我恐怕就要失去雪儿这个宝贝孙女了。苏老爷子一脸感激道：“要不是他，雪儿至于遭受这般羞辱而去自杀吗？”这家伙如今得罪白家还不够，还杀了白玉和沈傲，他们一个是沈家夫人，一个是沈家少爷，这一下全死在我们苏家。沈家一旦知晓，我们苏家所有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这时，杜梦娟一脸愤怒，充满埋怨地盯着叶君临：“沈家很厉害吗？”叶君临冷道：“你知道什么？沈家乃是江南郡六大豪门之一。” 他们传承百年，底蕴深厚，产业遍布江南郡。只要他们一句话，你就算再牛逼，都只有死路一条。现在你们杀了沈家夫人和沈家少爷，沈家必定雷霆大怒，而沈家的怒火，就算你叶家还在，也承受不住。这下我们整个苏家都要被你给彻底害死了！你就是一个灾星，害死了你们叶家不成，如今还要来害我们苏家！杜梦娟情绪激动的对着叶君灵怒吼道：“刷！当即嫣儿面色一冷，便要对杜梦娟动手，但被叶君灵给制止了。够了！而苏老爷子眉头一皱，呵斥道。 而苏天明也连忙拉住杜梦娟：“梦娟，你乱说什么呢？我说错了吗？”杜梦娟面色冰冷，一脸怨毒的叫道：“当年要不是他自不量力的去挑衅那位大少，叶家会被灭吗？现在他又去挑衅白家和沈家，害得我们即将跟着他一起去死，他不是灾星是什么？妈，你不要这么说，君临哥哥。”苏雪儿连忙开口，而杜梦娟对着其呵斥道：“苏雪儿，你要还认我这个妈，就马上和这个家伙划清界限，不然就别认我这个妈了。”一时间，苏雪儿眼中充满了纠结，露出一抹痛苦的神情。这时， 叶君林看着杜梦娟，吐道：“看在雪儿的份上，我叫你一声杜阿姨。我知道你心中看不起我，觉得现在的我没资格和雪儿在一起，觉得我连累了雪儿，连累了你和整个苏家，难道不是吗？”杜梦娟冷冷的瞪着他。你放心，只要我叶君林还活着，雪儿不会有事，苏家同样不会有事。”叶君林一脸自信道。“哼，几年不见，你倒是变得这般狂妄自大了。”杜梦娟一脸不屑的表情。而苏天明拉着他：“好了，梦娟，不要说了。君临，你不要在意梦娟说的话。爷爷知道。” 你做这些都是为了雪儿，你放心。苏家虽然不如白家和沈家，但苏家没一个孬种。白家、沈家他们若要报复，那尽管来便是。苏老爷子看着叶君凌，直接说道：“多谢爷爷。”叶君凌脸上露出一抹微笑，随即开口：“对了，苏爷爷，我已经找到了给你下毒的真凶了。”“你找到真凶了？”苏老爷子神色一凝，惊讶道。“冷风。”随即，叶君凌直接叫道，而冷风抓着一个人来到了这里，对方正是昨晚苏天明派来要杀叶君凌的人。“他是？”苏老爷子等人看着此人疑惑道。 说说吧，叶君灵看着此人冷道，对方直接将苏天灵让其带人杀害叶君灵的事情说了出来。天灵，天灵为何要杀你？苏老爷子一脸震惊的看着叶君灵，其他苏家人也都疑惑不解，因为他以为我掌控了他给苏爷爷下毒的证据，所以才想要杀人灭口。叶君灵冷漠道：刷刷刷！刷顿时，苏老爷子和苏天明等人脸色都是一变，一副震惊的表情。君灵，你你是说是天灵给我下的毒？ 此刻，苏老爷子声音微颤的问道：“显然有些无法相信。”“没错。”叶君临点了点头。“这怎么可能？”老三一向老实，不争不抢，他怎么会给老爷子下毒？”苏天明难以置信的说道。“之前我就观察到他神情不对，所以我才会故意说有下毒真凶的证据，就是为了测试看他会不会忍不住动手。没想到他果然还是没忍住。”叶君临淡淡的说道。“啪，啪，啪！”突然一阵掌声从外面传来。“叶家小子，你倒是有点本事。” 没想到我竟然也被你给骗到了。大厅外，两道身影走了进来，其中一人正是苏天林。他看着叶君临，鼓着掌，一脸阴冷的说道：“老三，真的是你给父亲下的毒？”苏天明看着苏天林，连忙问道：“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可隐瞒的了。没错，是我下的毒。”苏天林直接承认了。顿时，苏家众人全部惊呆了。“孽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当即，苏老爷子一脸怒不可遏的盯着苏天林，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为什么？自然是为了苏家家主之位。”苏天林冷道。 可是，就算父亲出事，这家主之位也轮不到你啊！苏天明满脸不解。苏天林冷道：“这个我当然知道。本来我是打算找个机会将下毒之事栽赃给大哥的，到时候再让二哥你出个意外，这家主之位自然就属于我了。可惜啊，这一切都被你小子给破坏了。”此刻，苏天林眼中闪烁着寒芒，死死的盯着叶君凌。要不是你，我的计划就完美成功了。为了区区一个家主之位，连自己父亲都敢下手，你这种泯灭良心的畜生，真该死！叶君凌冷喝道：“他就是破了我毒药的家伙。” 这时，跟随苏天林前来的另外一人冷冷的看着叶君凌。此人一袭黑色长袍，眼窝凹陷，颧骨突出，鹰钩鼻，一双森冷的眸子盯着叶君凌，让人不寒而栗。大人，就是他，还请大人出手将其拿下。苏天林对着此人一脸恭敬道。对方看着叶君凌，阴冷一笑，没想到在这世俗中还有人能破我的毒，你倒是有几分本事。你那也叫毒？不过是些小孩子的玩意。叶君凌撇了撇嘴，一脸嫌弃道。刷。 他的话直接让那人面色阴沉如墨，眼中泛着阴旧般的寒芒。他一步踏出，冷道：“狂妄的小子，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才叫做毒！”瞬间，这人手一挥，一团五彩斑斓的粉末朝着叶君临扑面而来。叶君临站在那一动不动，那五彩粉末全部落在其身上。少主，冷风和烟儿面色一变，对着叶君临叫道：“不用叫了，这小子中了我的五彩毒，顷刻间就得五脏六腑溃烂而死。”那人冷冷的哼道：“君临哥哥。”听到这话。 苏雪儿一脸紧张担忧的看着叶君临，而后者突然说道：“五彩毒名字不怎么样，毒也不怎么样。你，你没事？”那人看着叶君临说话，其瞳孔一缩，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要知道，他这毒虽然算不上顶尖的毒，但也算是五毒教众多毒药中的佼佼者了。就算是一位玄境强者，一旦中招也扛不住。眼前的这小子怎么会没事？就这玩意也想毒死我？你是瞧不起我吗？叶君临一脸鄙视的表情。这七年间，二师傅为了提升他的医术，天天给他下各种毒。 他早就尝尽天下千奇百怪的毒了，眼前这点毒和他之前所中的毒相比，就是小孩子过家家。而此人听到叶君玲的话，差点没被气死。不过他还算冷静，知道眼前的这小子能无视五彩毒，绝非一般人。为了安全，他直接转身就要逃走。你走得掉吗？不过此人才刚动，叶君玲的手便压在其肩膀上，直接将其压得当场跪在地上，口中疯狂吐血。你，你要干什么？我告诉你，我乃是五毒教的弟子，你敢动我，五毒教不会放过你的。此人神色无比难看。 对着叶君临大吼道：“咔咔咔！”叶君临压着其肩膀的手一用力，其体内的五脏六腑瞬间爆裂，此人一口鲜血喷出，直接断气了。五毒教什么玩意？叶君临不以为然道：“刷！”随后叶君临目光扫向苏天林，后者看着其最大帮手死了，眸子一转，当场就对着苏老爷子下跪，一脸后悔道：“父亲，对不起，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一时鬼迷心窍才会做出如此禽兽不如的事。父亲要打要杀，我都无怨言。你”你哎，苏老爷子看着苏天灵 想要说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能叹着气。苏爷爷，此人心思歹毒，我看还是直接杀了为好。叶君凌对着苏老爷子开口，而苏天林听到这话，身子一颤，面色不断变化，却没有开口。先将其关起来，容我好好想想。苏老爷子一脸憔悴道。而叶君凌见状，也没再说什么，毕竟这是苏家的家事，他也不便多干预。接下来，叶君凌让冷风将白玉母子俩的尸体送回了白家，而他则和烟儿来到了江海城南的一处商业区。 这商业区高楼大厦林立，汇聚着众多公司。叶君临站在一家大厦外，注视着眼前这座大厦，脑海中泛起了回忆。这座大厦正是当初叶家的叶氏集团总部大厦。当年叶氏集团乃是江海第一集团，叶君临父亲亲手打造了这座叶氏大厦，而这也成了叶君临除叶家之外另一个记忆深刻的地方。不过自从叶家被灭，叶氏集团被江海各方势力划分，而这座叶氏大厦也落到了旁人手中。今日叶君临前来，便是为了拿回这座由他父亲亲,亲手打造的叶氏大厦，少主。 如今这座大厦被太原集团掌控着，一二对叶君玲介绍着如今这座大厦的主人背景。叶君玲听完便朝着这座大厦内走了进去。而在这大厦的第二十八层，一间办公室中，一位身穿黑色职业套装、身材高挑、长相精致、竖着发、气质干练的女子正在办公桌前汇报着工作，在其面前则是一位大腹便便的秃头男人。此刻，这秃头男人一双眼睛色眯眯的盯着女子，上下扫视着，一副要将其扒光看透的架势。而女子快速汇报完便说道：“总裁，要没事。” 我就先出去了，云溪，等一下！秃头男人突然叫道，起身来到了这女子面前，后者神色微变，后退一步道：“总裁，还有事吗？”二 <R>，云溪啊，你来公司的时间也不短了吧？想不想升升啊？这男人眼中泛着邪光，盯着那女子傲人的所在，开口说着：“总裁，我能力还不是很足，暂时没想这些。”女子低声说道：“没事，可以想，只要你愿意，就算这公司副总，你都能当得。”这男子说着，一只手直接搂住了对方的腰肢。 而那女子面色一变，连忙叫道：“总裁，你干什么？不要！小美人，别怕，只要你乖乖的当我女人，以后你就是太原公司的老板娘了。”秃头男人直接朝着那女子的脸上亲去，后者不断挣扎的叫着：“不要，不要，你放开我！”突然，砰的一声，办公室的大门被轰开了。叶君凌一脸冷漠的走了进来，看着眼前一幕，其眉头一皱。这时，那秃头男人吓得松开了女子，转身看着叶君凌，气急败坏道：“你谁啊？谁让你进来的？”那女子连忙整理着自己的衣服。 其目光瞥了一眼叶君临，却是微微一愣。你就是太原公司的负责人？叶君临看着对方冷道：“没错，你小子哪冒出来的？谁让你进来的？保安呢？”秃头男人看着叶君临，一脸嚣张的大叫道：“不用叫了，我来是通知你，这座大厦我收回了，带着你公司的人立刻从这滚蛋！”叶君临直接在那沙发上坐了下来，一副极其强势的姿态。啊、uh！而那秃头男人听到这话，整个人都是一愣，直接将叶君临当成了精神病。 你小子是从哪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竟然跑我这来胡说八道了！赶紧给我滚！这座大厦的名字叫夜市大厦，本就不属于你。”叶君凌冷道。“那又如何？叶家早完了，现在这大厦就是我的。”秃头男人不屑道。唰！叶君凌眼中露出一抹寒芒，其身影蓦然出现在对方面前，直接掐住其喉咙，冷道：“记住，我叫叶君凌，叶家没完！”砰！叶君凌直接将这男人扔了出去，其身子砸在墙上，疯狂吐血。刷。 而那位职业装女子听到叶君凌的名字，其瞳孔一缩，一脸震惊的看着他：“你，你是叶家的人？”此刻，那秃头男人躺在地上，神情痛苦的看着叶君凌。叶君凌挥了挥手，嫣儿拿着一份文件来到秃头男人面前，把协议签了。以后这座大厦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叶君凌冷,冷冷地说道。“小子，就算你是叶家的人又如何？你知道我背后是谁吗？我乃是江氏商会徐副会长的人，想要这座大厦，你做梦吧！”那秃头男人看着叶君凌，咬着牙继续叫嚣道。 徐副会长，叶君临眉头一皱，嫣儿回答道：“就是昨日在拍卖会现场第一个站出来阻止少主的人，他是江氏商会副会长。而江氏商会乃是江南郡三大商会之一，囊括了江南郡几十家集团公司。”小子，听到了吗？江氏商会的强大，就算是当年的叶家还再也对付不了，更别说就凭你区区一个毛头小子，想和江氏商会作对，你就是找死！”秃头男人一脸高傲的叫道：“是吗？那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那个徐天旺保不保得了你？”叶君临神色一冷，看着嫣儿。 带着他去找徐天旺，随后嫣儿提起秃头男人，跟着叶君凌离开了。而那位职业装女子看着叶君凌要离开，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却什么都没说出来。他还活着。此刻，这女子看着叶君凌离去的背影，喃喃自语，其眼中露出一抹复杂的情绪。而在江海某个别墅中，此刻聚集着一群人，他们一个个穿着西装，气势不凡。这些人正是江氏商会的一众高层，随便一位都是江南郡商界大佬。此时他们聚集在这，目光时不时的朝着楼上扫去。 在这些人面前，还坐着两个人，一位是江木哥，另外一位是留着稍长头发、长相俊朗、穿着长衣、看起来将近三十的男子。江小姐，你别着急，以穆会长的医术，你父亲应该没有问题的。来喝杯茶。这男子一脸悠闲地泡着一杯茶，对着江木哥微笑道。江木哥此时虽然看起来十分淡定，但眼中则带着几分紧张，不时地看着楼上。他看着那男子，吐道：“谢谢您公子。”很快，一位头发灰白的老者走下了楼。江木哥连忙起身走了过去。穆会长，我父亲怎么样？江会长的情况很不妙。 五脏六腑都已经开始衰竭了，我刚才用针灸服以药物，也只能暂时吊着其一口气，最多只能再坚持三天了。这老者看着江木哥摇了摇头，而后者听完身子一颤，脸色不断变化着。至于其他江氏商会的高层，则是议论纷纷。江小姐，没事吧？这时，那位男子走了过来，对着江木哥吐道。后者摇了摇头，看着那老者，穆会长，谢谢你，江小姐客气了，是老夫学医不精，无法挽救江会长的生命。不过，这位老者开口说着，最后停顿了一下。不过什么？江木哥猛地看向那老者。 后者回答道：“据我所知，周老精通一门针灸之法，名为通玄针法。若周老愿意出手，以通玄针法的厉害，不说彻底救活江会长，但也最少能让江会长延长半年，甚至是一年寿命。”周老，江木哥一愣，周老乃是龙国中医协会五大名誉理事之一，龙国医学界真正的泰山北斗，当然，他还是宁公子的师尊。那老者开口说道：“刷。当即将木哥目光扫向那男子，而后者开口道：“我师尊的确会通玄针法，不过他老人家已经很多年没出手为人治疗过了。” 是啊，周老早已封针多年，想要请他出手，怕是不容易。那位老者叹气道：“宁公子，你既然是那周老的师尊，想必一定有办法请动他老人家。还请宁公子能去劝说一番，周老救救我父亲。此恩，我江木哥必将铭记在心，他日必定重报。”江木哥对着眼前的这男子直接躬身说道。而那男子看着江木哥，目光闪烁了几下，道：“江小姐，你太客气了。我们虽然才刚认识，但我觉得你我之间还是很投缘的。你的事，我理应要帮。只是我师尊他老人家脾气很拗。” 就算是我出面请他出手，也不一定能请得动。除非，除非什么？江木哥看着对方询问道：“除非我能有一个让我师尊不得不出手的理由。”那男子开口道：“不得不出手的理由。”江木哥眉头一皱。这时，那男子适时说道：“我师尊他老人家一直很惦记着我的婚事，想让我早点成家。若是江小姐愿意成为宁某的夫人，到时江会长便是我的岳父，届时我师尊一定会出手医治江会长的。”唰！瞬间，江木哥面色一变，其目光闪烁着。而一旁的小月不满道：“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小月不得乱说，江木哥对着小月训斥道。其目光看着那男子，宁公子，抱歉，我这护卫嘴笨，你别介意。没事。那男子微微一笑，哦、啊，江小姐，宁某知道这么做有点唐突，但这是如今我能想到唯一能请得动我师尊出手的理由了。而且我对于江小姐也是一见倾心，若江小姐真的愿意做宁某的夫人，那宁某一定好生相待。江小姐，我觉得宁公子说的不错，若你能和宁公子喜结良缘，那周老绝对没有任何理由不依着江会长的。而且宁公子身为周老弟子。 年纪轻轻，在医学界便已经有着不小的名气，未来肯定能继承周老衣钵，成为龙国医学界的一位新栋梁。你们俩绝对是珠联璧合，郎才女貌。这时，那位穆会长也是开口说着，而他的身份则是龙国中医协会江南分会会长穆川。中医协会乃是龙国最大的医学组织，囊括了龙国医学界上万名医学精英和众多的医学教授、大师，甚至是泰山北斗级别的医道大佬。而中医协会除去京城总部之外，在龙国九郡都有着分会，由分会会长管理，乃是龙国医学界最为核心的力量。此刻。 江牧哥的脸色不断变化着，目光闪烁不定。若江小姐觉得勉强的话，那就算了。只是我师尊那边恐怕……那位宁公子看着江牧哥说道：“大小姐，我觉得你嫁给宁公子是个不错的选择。”突然，一道声音从外面传来。徐天旺出现在了这别墅中，那群江氏商会的高层纷纷,纷恭敬的叫道：“参见副会长。”江牧哥看着徐天旺，黛眉一皱：“大小姐，你不想救会长吗？如今只要你嫁给宁公子，会长就能多活一些日子，难道不好吗？还是你巴不得会长早点死？” 好，早点成为江氏商会的主人。徐天旺来到江牧哥面前，有些阴阳怪气道：“你胡说八道什么？”当即，小月指着徐天旺不满道：“后者冷冷的扫了他一眼，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掌嘴！”唰，一道身影从徐天旺身后疾射而出，一巴掌扇在小月脸上，将其扇得连连后退。徐天旺，你！顿时，江牧哥神色一冷，怒视着徐天旺：“大小姐，我劝你还是马上答应宁公子吧，不然我和商会的诸位便真的要怀疑你的意图了。”徐天旺咄咄逼人道。 一时间，江木哥神情不断变化着。砰！突然一道巨响传来，紧接着一道身影直接飞了进来，砸在徐天旺面前。砰！随着一道闷响传出，一道身影从别墅外飞了进来，直接砸在徐天旺脚下，惊得其后退一步。别墅内其他人都是一惊，目光纷纷朝着那道身影扫去。对方正是那位霸占夜市大厦的太原集团老总，孙总，怎么是你？徐天旺看着这秃头男人，一脸惊讶道：“徐副会长，救命啊！”那秃头男人看着徐天旺。 连忙抓着其裤腿求救道：“怎么回事、啊？”徐天旺眉头一皱。这时，叶君凌和嫣儿的身影出现在别墅中。刷刷刷！随着叶君凌出现，江木哥和徐天旺都是一惊。在场好几位参加了拍卖会的江氏商会高层看着叶君凌，也都是面色一变。徐副会长就是他，他自称是叶家的人，要逼着我交出叶氏大厦。我说我是你的人，结果他很嚣张的说根本不把徐副会长你放在眼里，要找你算账呢。秃头男人看着叶君凌，连忙添油加醋的说道。而徐天旺看着叶君凌。 眼中露出一抹冷色，面色阴沉。叶君凌扫了一眼在场众人，道、啊：“人还真不少啊，小子，你想干什么？”徐天旺看着叶君凌，冷喝道：“这家伙说你是他主子，还威胁我动他，你就会让我不得好死，所以我就把他带来了，看看你会不会为了他而让我不得好死。”叶君凌一脸随意的说着：“小子，你不要嚣张，有徐副会长在，你死定了。”秃头男人指着叶君凌叫嚣道：“闭嘴！”突然，徐天旺一巴掌扇在了这秃头男人的脸上，一脸阴沉的叫道。 而秃头男人一脸懵逼的看着他，徐副会长，我，孙渊，叶氏大厦是你的，这是你和他之间的事，我管不了。徐天旺直接和秃头男人划清界限，毕竟昨晚拍卖会发生的事，现在还历历在目。这个叶家小子连堂堂校尉都敢杀，根本就是个疯子，他自然不想去招惹。秃头男人听到这话，彻底傻眼了。看来这位徐副会长并不想保你啊。叶君凌看着秃头男人冷笑着，而对方神色无比难看，对着徐天旺叫道：“徐天旺，我之前为你做了那么多事，现在我有麻烦。” 你就想将我一脚踢开吗？好啊，正好江小姐和诸位都在，你要不要我将你暗中转移商会资产、发展自己公司的事全抖出来啊？刷刷刷！随着秃头男人狗急跳墙的怒斥道，那些江氏商会的高层面色都是一变，而江牧哥神色一冷，看着徐天,徐天旺，徐天旺，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怎么可能？徐天旺当即否决道，其神色阴沉的盯着秃头男人，一巴掌又扇了出去。孙元，你胡说八道什么？徐天旺，你这个混蛋，我现在就把你让我做的事全说出来！秃头男人气急败坏的说道。 而徐天旺神色一冷，直接对身边那位打脸小月的男子使了一个眼神，对方顿时来到秃头男人面前，便要掐碎其喉咙。砰！燕儿猛地出手，朝着那男子一掌击去，直接将其给轰退了。他还没把夜市大厦还我呢，还不能死！叶君凌冷漠道：“徐天旺，你你竟然要杀我！”此刻秃头男人被吓得面色一变，他看着叶君凌，连忙说道：“公子，我现在就把夜市大厦还你，求你救我一命。”签吧！燕儿再次将那份大厦转让协议文件和一支笔放在秃头男人面前。 后者拿着笔，便在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公子，我签完了。你，这秃头男人签完，眼巴巴的看着叶君凌，而后者轻轻的说道：“签完了，那你们有什么事就自己解决吧。”唰，当即秃头男人脸色一变，叫道：“你给我滚出来！”徐天旺直接上前，一把抓着秃头男人的衣领，将其拖了出去。小姐，那家伙有指证徐天旺的证据，不能让他就这么把人带走了。这时，小月对着江木哥提醒道。 后者目光闪烁着，并未阻止徐天旺将那秃头男人带走。我们也走吧。而叶君临同样准备离开这里。江牧哥则是上前说道：“叶先生。”叶君临看着江牧哥：“有事？”叶先生，之前看你给小月治疗，医术超凡，因此牧哥想请你为我父亲看病，不知叶先生可否愿意？”江牧哥直接说道：“给你父亲看病？”叶君临眉头一皱。那沐川和那位宁公子的脸色则是一变，尤其是后者，面色阴沉的看着江木哥：“江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宁公子，你别误会。 这位叶先生也是一位医师，而且医术不凡。正好他今日在此，因此我便想请他为我父亲诊治一番，看看能否有希望治疗。江木哥解释道：“就他一个毛头小子，医术能有多不凡？难道还比得过穆会长不成？”此刻，这位宁公子扫了一眼叶君凌，一脸不屑的冷道：“江小姐，你就不要浪费时间了。现在能救你父亲的只有我师尊。若是我师尊不出手，这天下没人能救得了你父亲。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做我夫人吧。到时我便会请我师尊前来为你父亲治疗，让你父亲再多活个一年半载。不然的话……” 你就准备为你父亲准备后事吧，至于你小子，那凉快那待着去。这位宁公子说完，一脸高傲，比姿态看着叶君凌。呵呵。叶君凌冷笑一声，看着江木哥。本来我并没有打算给你父亲治疗，但没办法，有人太嚣张了。我这个人最讨厌的便是比我还嚣张的人，因此我决定救你父亲一命。真的吗？谢谢叶先生。江木哥眼中露出一抹喜色，感谢道。而那位宁公子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无比难看，死死的盯着叶君凌。小子，你是在挑衅我吗？挑衅你？ 你还不配，我只是见不得有些人太嚣张了，而且我也想看看什么病是只有你师尊才能治的。叶君凌一脸随意的说着，一副丝毫不将这位宁公子放在眼里的架势。你，顿时这位宁公子怒不可遏的盯着叶君凌，差点被气炸了。年轻人，饭可以乱吃，但话可不能乱说。江会长的病可不是你这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可以应对的。这时木川开口道，其目光扫向江木哥、江小姐、江会长，如今的情况很危险，你最好不要随便让人医治，不然若出了岔子。 恐怕就算周老来了，也救不了江会长。小姐，小月也是忍不住劝道。毕竟他虽然见过叶君凌医治他的伤势，但对方实在是太年轻了，其医术再强，也不可能比得上穆会长。连穆会长都无能为力，这小子又能有什么用？多谢穆会长提醒，不过我还是想让叶先生试试。江木哥目光扫向叶君凌，叶先生，请。随即，叶君凌跟着江木哥朝着楼上走去。哼，我倒要看看你小子有什么本事在这装逼。那位宁公子冷哼一声，跟着一起上楼了。别墅楼上。 一间房间中躺着一位正戴着氧气罩、看起来五十来岁的男人，其头发已经花白，脸庞干瘪，显得极其沧桑，一副六七十岁的模样。叶先生，这位便是我父亲江胜天。江木哥对着叶君凌介绍道。而叶君凌来到床前，看着江胜天，突然说道：“你父亲是军人？”“呃，叶先生，你怎么知道？”“我父亲之前是退伍军人。”江木哥一脸好奇的看着叶君凌。“你父亲身上有着诸多暗伤，一直没有完全治愈。如今他年纪大了，加上操劳过度，导致暗伤爆发。” 才会引起全身器官衰竭的，而这些伤只有当过兵、上过战场的人才有。叶君临解释道。听到叶君临的话，江木哥、木川、宁公子几人都是一惊，他们没想到叶君临竟然只是看了一眼，便将江胜天的病症全部知晓了。而江木哥连忙说道：“叶先生，那我父亲的情况你能治吗？”咻<秀>！叶君临没有说话，右手一挥，一枚金针出现在其手指间，直接刺入了江胜天胸口的某个穴位。随后，叶君临捏着金针轻轻一转，那金针便以一种特殊频率震动着，开始泛着光芒。 刷刷，沐川和宁公子看到这一幕，两人表情直接一僵，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这这是以气御针？沐川直接惊呼道：“他竟然懂得以气御针！”此刻，身为龙国中医协会江南分会会长的医学大佬沐川，看着叶君凌的失针，一脸震撼的惊呼道：“以气御针乃是一种古老的针灸之法，通过针灸产生某种气来治疗人体的疾病，极其厉害。一旦掌控了以气御针，那比之普通的针灸效果要强几十倍，甚至是天和地的差别。” 只是想要达到以气御真极其困难，整个龙国医学界中能以气御真的医学大佬都屈指可数，就算是木川这位江南分会会长都做不到。所以看到叶君临施展出以气御真才会这般震撼。而中医协会中也只有像周老这种医学界的泰山北斗才懂得以气御真。而一旁的那位宁公子看着叶君临施展以气御真，同样露出震惊之色，一脸的不可置信。他跟着齐师尊学医十几年，都还未曾掌控以气御真，但眼前这小子年纪轻轻，竟然便能施展出以气御真，这自然让宁浩，也就是这位宁公子的内心难以接受。 有一种被人狠狠打脸的感觉。至于江木哥，并不懂得什么是以气御针，但通过沐川和宁浩的表情变化，也能推断出叶君临的针灸很不简单，其内心不禁产生了一丝希望。他之所以请叶君临为其父亲治疗，也只是想试试，毕竟他心中实在是不想嫁给宁浩。随着叶君临这一针落下，金针不断轻颤，泛着光辉，一缕缕神秘气体通过金针进入江胜天的体内。数分钟后，江胜天脸色逐渐好转，原本干瘪的皮肤也恢复正常，就连那呼吸都稳定了，被叶君临拿掉了氧气罩。这。 穆川看着江胜天的变化，其脸色再次一变。噗，又是数分钟过去了，叶君临突然扶起江胜天，后者直接对着地上吐出一口黑血，原本萎靡的气息彻底恢复正常。父亲<近>，看着父亲吐血，江木哥脸色一变。而这时，江胜天眼皮子一跳，其双眼缓缓的睁开，他整个人清醒了过来。父亲<近>，江木哥看着父亲醒来，一脸激动的叫道。此刻，穆川和宁浩彻底惊呆住了。唰<刷>，叶君临直接将那金针拔掉，看着江木哥。 你父亲的暗伤已经恢复正常了，他衰竭的五脏六腑也已没啥问题。接下来只需要再服用一些调理身体的药物，休养一个月便没啥大碍了。叶先生，你，你是说我父亲彻底没事了？江木哥听到叶君临的话，一脸难以置信的模样。毕竟就连宁浩的师尊，那位大名鼎鼎的中医协会理事大佬，也只能让其父亲多活个一年半载。如今叶君临竟然直接治好了其父亲，这自然让江木哥有些无法相信。没错，你要不信，就带你父亲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他最少还能活个二三十年。 叶君凌淡淡的说着：“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强的医术？”宁浩当即叫道，其双眸死死的盯着叶君凌。这时，木川上前查看着江胜天的身体，而他这一看，便是大为震撼。穆会长，怎么样？”宁浩对着木川急切的叫道。“江会长体内的暗伤的确已经没了，而且身体器官都恢复正常了。”木川深呼一口气，吐道。而他的话直接让宁浩表情凝固住了，江木哥更是震撼不已。他没想到叶君凌竟然直接治好了其父亲。你这是怎么针法？ 此时，沐川看着叶君凌已经被惊得不知如何说话了。他很清楚，能将江胜天给完全治好，不仅仅是懂得以气御针那么简单，对方必然掌握着比周老通玄针法还要强的针法才能做到。只是通玄针法已经算得上是龙国流传至今众多古针法中的顶尖存在了，还有什么针法是比通玄针法还逆天的？这一刻，沐川内心的震撼无法言喻，无可奉告。叶君凌看着沐川冷道，而宁浩指着他叫道：“你，你怎么会比我师尊还厉害？这不可能，不可能的！” 就这么点伤，你还敢说这世上只有你师尊能治？简直是坐井观天，愚蠢至极！叶君凌扫了一眼宁浩，讥讽道：“你！”顿时宁浩被叶君凌气得气血沸腾，差点要吐血。而木川连忙开口：“叶先生，抱歉，刚才都是误会，你别见谅。”江小姐，既然江会长没事了，那我们就先走了。木川直接拉着宁浩灰溜溜的离开了。江木哥看着叶君凌，感谢道：“叶先生，谢谢你，小兄弟，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医术如此高超。” 竟然将我身上多年的暗伤都给治愈了，你真是江某的救命恩人啊！这时，江胜天看着叶君临开口道：“你们不用这么客气，我出手只是看不得那家伙太嚣张，而且你是退伍军人，保家卫国的英雄，也值得我出手一救。”叶君临直接说道：“因为他四师父军人身份的关系，让其对于那些保家卫国的军人有一种特别的好感，而江胜天有着一身从战场上留下的暗伤，足以证明其曾经乃是一位保家卫国的军人，值得叶君临出手相救。没想到小兄弟年纪轻轻便有着如此的国之大义。” 真是让人欣慰，江胜天感慨道。而在江海另外一栋别墅中，徐天旺坐在这，沉着脸抽着烟。那位之前听其吩咐打脸小月的男子走了过来。那家伙解决了？徐天旺冷道：“已经处理干净了。”男子点了点头，随即其有些不解：“主人，你为何之前要赞同让江牧哥成为那位宁公子的女人？本来我是打算让这丫头嫁出去，这样我便可趁机独揽商会大权。毕竟那江胜天就算是还能活个一年半载，也阻碍不了我。但没想到被叶家那混蛋给破坏了。这个混蛋昨天就破坏了拍卖会。” 毁了我的计划，这次又横插一脚，真是该死！”徐天旺一脸阴沉的说着。滴滴滴！突然，徐天旺的手机响起，他一接，脸色当场就变了，直接说道：“你说的是真的？”咔嚓！随即，徐天旺直接将手机摔在了地上，阴沉着脸，眼中泛着厉芒。“怎么了，主人？”那男子好奇道。“江胜天那老东西被叶家那小子给治好了。”徐天旺冷冷的吐道。“这怎么可能？就连那位中医协会的周老都只能让江胜天多活一年半载。” 他怎么可能直接治好江胜天？那男子震惊道：“商会那些人已经亲眼证实，江胜天那老东西没事了。该死的家伙！”此时，徐天旺眼中闪烁着阴翳的寒芒，一张脸充满了阴霾。主人，如今江胜天没事了，江木哥又没嫁人，那情况可就麻烦了。”那男子连忙说道：“你立刻召集商会所有人，明日召开会议。同时，你去联系一下那位宁公子。”徐天旺吩咐道，其眼中露出一抹冷芒：“江氏商会，我要定了。” 而在白家，当白家老爷子看着其女儿和外孙的尸体之时，当场被气得吐血。父亲，白风连忙搀扶住了其父亲叶君临。你欺人太甚！白老爷子霞字欲裂的吼道，随即他面色阴沉，眼中闪烁着无尽的杀意，怒喝道：“白风，传我命令，将白家能调动的所有行动人员全部调集起来，全部配上武器，我要苏家所有人和叶君临去给玉儿还有二陪葬。”白风点了点头，道：“父亲，沈家那边，将此事告诉他们。”白老爷子直接说道。 而后，江南郡郡城江州有着一处庄园，这里正是江南郡六大顶尖豪门之一沈家。此时，一位男子急匆匆的来到沈家管家面前，喘着气说道：“管家，出大事了！出什么事了？这么毛毛躁躁的？”沈家管家训斥道：“夫人和公子死在江海了。”那男子开口道：“刷这位沈家管家面色一变，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你说什么？白家传来消息，说夫人和公子被那个叶家少爷叶君临给杀害了。”那男子继续说道。 完了，当即这位管家脸色无比难看，而那男子开口道：“管家，如今家主陪着老爷子去灵隐寺上香了，此刻他们恐怕还不知道此事，我们该怎么办？”立刻随我去灵隐寺。”那管家直接说道。而在江南战区基地某个房间外，一阵敲门声响起，随即一位身穿长衫、五十来岁、两鬓发白的男人走了出来，看着眼前一位身穿战服的男子，吐道：“怎么了？启禀都帅，出事了！”这位男子直接将昨晚许天明被杀一事说了出来，而且眼前的男人正是江南战区都帅魏山。 唰！魏山神色一冷，呵斥道：“好大的胆子，连我江南战区的人都敢动，简直是目无法纪！你立刻带着人前去，将此人带回来，严加处置。如有反抗，就地解决。”是，都帅。那位身穿战服的男子恭敬道：“江海，江海大学，叶君凌出现在这里。他乃是接到雪儿电话而来的，而雪儿正是江海大学一位大四学生。看着眼前那些进进出出、朝气磅礴的菁菁学子，叶君凌眼中露出一抹向往。若没有七年前的那场灭门之祸……” 恐怕叶君临现在也在享受着美好的大学生活吧，可惜了，这一切都回不去了。叶君临感慨道：“君临哥哥。”这时，雪儿的声音传来。叶君临目光一扫，便看到苏雪儿面带微笑的朝着他走来，而在其旁边还跟着一位扎着马尾辫、一双大眼睛、皮肤白皙如瓷娃娃的少女，嘴中咬着一根棒棒糖，一副古灵精怪的样子。雪儿，叶君临看着苏雪儿叫道。而那位少女则是一双大眼睛注视着叶君临，拿着棒棒糖嘟囔道：“雪儿，这位就是你一直念念不忘的君临哥哥啊。” 长得倒还行，但也不是很帅嘛。你是？叶君临看着少女询问道。苏雪儿连忙介绍道：“君临哥哥，这是唐瑶瑶，乃是我的同学家闺蜜。她听说你回来了，一直吵着要见你，我就把你叫来了，没耽误你的事吧？”“没事。”叶君临摇了摇头，“你虽然长得不够帅，但谢谢你让雪儿恢复了容颜。”这时，唐瑶瑶看着叶君临说道：“你不用谢我，这是我应该做的。”叶君临说着，看向雪儿：“雪儿，带我到你们学校逛逛吧。”“好。”苏雪儿点了点头。 带着叶君临在江海大学逛了起来，唐瑶瑶则跟在一旁，时不时的询问着叶君临一些关于他这七年间的问题。不过他都是随意胡扯着，毕竟有关于他九位师傅的事，并不适合外人知晓。而这一路上，叶君临这两女一男的组合吸引了无数学生的关注，尤其是苏雪儿。之前因为那副容颜本就是江海大学的焦点，如今恢复容颜，更是再一次成为全校的关注对象。其更是直接从江海大学最丑学生变成江海第一美女校花，受到的关注极高。而如今她和一个男人如此亲密的走在一起，再加上唐瑶瑶这位校花。 更是自带百分百回头率，如今雪儿可是江海大学第一校花，你这下子怕是要成为全江海大学男生的情敌了。这时，唐瑶瑶注意到其他人的目光，看着叶君凌打趣道：“瑶瑶，你瞎说什么呢？”苏雪儿俏脸一红，而叶君凌直接牵起雪儿的手道：“他们想做我情敌，还差得远呢。”你是谁？放开雪儿的手！突然，一行人冲了过来，为首的一位金发帅气的青年指着叶君凌叫道：“不过他的龙国话并不标准，显然是个外国人。”还真是说曹操曹操道。 情敌来了，唐瑶要咬着棒棒糖，俏皮一笑，看着叶君凌。这位可是我们江海大学校草榜第一的存在，而且还是空手道五段的高手。而且据说他来自英国一个大家族，可谓是集实力、颜值、身份于一体的全能男神。而自从雪儿容颜恢复，他便对外宣布雪儿是他女朋友，更是不允许任何男生接近雪儿。这下你麻烦大了，伊藤公子，我已经说过了，我不喜欢你，请你不要再干涉我的生活。苏雪儿看着伊藤海，直接说道：“雪儿，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你都是我伊藤海看上的女人，除了我伊藤海。” 任何男人都不配和你在一起，伊藤海一脸强势霸道的说着，其目光扫向叶君凌。小子，我不管你是哪个系、那个班级的，立刻松开雪儿的手，从雪儿面前滚蛋，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老大，和他废什么话，直接教训他一顿。敢惦记老大的女人，简直是找死。此刻，那伊藤海身后一群跟班纷纷握着拳头，一脸嚣张的看着叶君凌。一时间，四周聚集着不少学生，而他们看着叶君凌，都是暗暗摇头。这伊藤海仗着其空手道武断的实力，在江海大学可是横行霸道。 得罪他那简直是找虐啊！你们，苏雪儿刚要说什么，叶君凌便上前一步，看着伊藤海冷道：“我龙国大帝何时轮得到你一个英国人在这嚣张？大胆！”伊藤海的那群跟班全部冲向了叶君凌，一个个架势十足，但在叶君凌眼中全是花架子。砰砰砰！叶君凌一手挥动，直接将这群家伙全部击飞出去，冷哼道：“身为堂堂龙国人，给一个英国人当走狗，简直是丢人现眼。”而这一幕直接让四周的学生都是一惊，一个人赤手空拳的干翻十几个人。 这也太强悍了吧！混蛋！伊藤海面色一冷，眼中露出一抹怒意，一脚飞起，直接朝着叶君凌踹去。这一脚踹出，带起一股腿风，呼呼作响，气势十足。小心！苏雪儿看着叶君凌，忍不住叫道。一旁的唐瑶瑶也露出一丝紧张之色。而四周的学生都是不忍去看叶君凌凄惨的样子，他们知道这下叶君凌绝对会很惨。毕竟伊藤海可是空手道五段的高手，尤其是其腿功，一脚足以踹碎一块大理石。这要是落在人的身上，最少得断几根骨头。啊！ 很快，一道惨叫声响起，众人忍不住目光扫去。他们本以为那惨叫声是叶君凌发出的，但结果却是伊藤海发出的。只见伊藤海倒在叶君凌面前数米的位置，惨叫着，其飞踹的右腿直接呈不规则的角度弯曲着，骨头茬子都露了出来。死！众人看到这一幕，倒吸一口凉气。而那些没闭眼的学生都是暗暗咽着口水，看着叶君凌露出惊骇的目光。刚才他们看见叶君凌就是简单一脚，便将伊藤海那气势如虹的一脚给踹断了，这简直太恐怖了。 就这么点三脚猫功夫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叶君凌看着伊藤海，一脸不屑道：“你！”伊藤海咬着牙，死死的瞪着叶君凌。记住，再敢骚扰雪儿，死！叶君凌一脸冰冷的喝道，其眼中露出一抹冷冽的杀意，让人不寒而栗。这家伙有点意思。唐瑶瑶一口咬碎手中的棒棒糖，眼中泛着异样的光彩，看着叶君凌。转眼间，夕阳西下，阿尔江海某个小吃一条街，叶君凌和苏雪儿还有唐瑶瑶来到一处摊位前。这个地方我以前经常来吃。 这次带你来尝尝，不过得你请客。”唐瑶瑶对着叶君灵介绍道，“好，你们随便吃。”叶君灵微微一笑，三人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而唐瑶瑶很熟络的叫着老板，点了一堆的东西，随即他们便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十几分钟后，突然几百名战士出现在这里，将小吃街的人给全部驱离了，直接将现场给封控了起来。随后，之前那位向督帅汇报情况的战俘男子带着一行人朝着叶君灵走来。“君灵哥哥，他们。”苏雪儿看着这些人，露出一丝紧张之色。“没事，继续吃。” 叶君凌一脸淡定的模样，你就是叶家之子叶君凌？那位战俘男子来到叶君凌面前，一脸冷峻道：“没错，你们是江南战区的人吧？”叶君凌开口道：“既然知道我们的身份，那你也知道我们来的目的，和我们走吧。”战俘男子直接说道：“没看到我正在吃着东西吗？和你们走什么？回去告诉你们都帅人，我杀了他，若不满便亲自来找我。”叶君凌冷漠道：“杀！”当即战俘男子神色一冷，呵斥道：“小子！” 你好大的口气！就凭你一个毛头小子，也配让都帅亲自来见你？简直是可笑！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跟我们走还是不走？你若不走，那就不用走了。那位战俘男子话音一落，他身旁的那群战士手中武器全部对准了叶君凌，手指搭在扳机上，准备开枪。这时，苏雪儿和唐夭夭的脸色都是一变，而叶君凌冷道：“你可以试试。”战俘男子双眸一凝，直接做出一个手势，那群战士便要扣动扳机，但下一秒他们便全部惊呆住了。砰！ 正当那群战士准备扣动扳机之时，叶君凌猛地一拍眼前的桌子，那桌子上一堆他们吃的串串签子直接飞了起来，朝着那群战士疾射而去。噗噗噗！眨眼间，这堆竹签子便将这群战士握着枪的手掌给全部刺穿了，一道道鲜血迸溅而出。他们痛哼一声，连连后退，手中的枪械全部掉落在地。唰<刷>！这神乎其神的一幕，直接让那位身穿战服的男子瞳孔一缩，他猛地就朝着叶君凌攻击而去，结果他却被叶君凌瞬间掐住了喉咙。 放开校尉大人！这时，江海城防军统领冲了过来，对着叶君凌呵斥道：“他身后的那些城防军全部端着武器对准了叶君凌。”砰！叶君凌随手一扔，便将这位战俘男子扔在了地上，冷道：“你若不想让他们全部死在这的，就让他们立刻放下枪！放下枪！”战俘男子当即叫道：“那城防军统领连忙让其手下将枪全部放下了。”他快步来到战俘男子身边，将其给搀扶了起来，关心道：“校尉大人，你没事吧？”而此刻，这位拥有着七星校尉军衔的男子。 其双眸注视着叶君凌，露出一丝恐惧之色。以他七品黄镜的实力，竟然被对方一招秒杀，足以证明对方的实力有多恐怖。这样一尊强者若是出手，眼前的这些战士根本不够其招呼的。没想到你的实力竟然这么强，但你可知道，在龙国境内，就算你是一名强大的武者，也没有随意杀人的资格。更何况你杀的还是我江南战区的一位校尉。我劝你最好还是老实和我回去。看在你年纪轻轻、实力不凡的份上，或许督帅还能饶你一命。不然你的下场会很惨。这位七星校尉看着叶君凌，一一说道。 我杀的都是该杀之人，你们若不满，便让你们督帅亲自来找我。至于你们，立刻滚蛋！”叶君凌冷冷的喝道。而他说完，便回到座位上继续吃了起来。校尉大人，要不我？”这时，那位统领看着这位七星校尉开口，而后者目光闪烁一番，直接说道：“撤。”随即，那些被签子刺穿手掌的战士和那些城防军便全部撤离了。而此刻，苏雪儿和唐瑶瑶两女则是目不转睛的盯着叶君凌：“你们看着我干嘛？我脸上有啥吗？”叶君凌摸了摸脸，不解道。 我去，你这家伙连战区的人都敢杀，你不要命吗？唐瑶瑶看着叶君临，忍不住惊叹道：“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叶君临不以为然道：“君临哥哥，你……”这时，苏雪儿一脸担心的看着叶君临，后者微微一笑，道：“雪儿不用担心我，没人能伤害得了你，君临哥哥。”随后，他们吃完东西便离开了这里。这春宵一夜值千金，我就不做你们电灯泡了。再见！唐瑶瑶对着叶君临和苏雪儿狡黠一笑，直接溜了。苏雪儿俏脸一红，看着叶君临。 君临哥哥，你别介意，瑶瑶她就这个性格，没事。叶君临摇了摇头，道：“这丫头倒是挺可爱的。瑶瑶乃是这些年内，除去我家人之外，唯一一个没有因为我的容颜而看不起我、嘲笑我的人。反而她在学校里经常维护我，凡是有人嘲讽戏弄我，她都会站出来替我打抱不平。要不是瑶瑶这几年一直在我身边关心开导我，恐怕我也不可能坚持到现在了。”苏雪儿神情复杂的说道：“雪儿，对不起，是我没有早点出现，害得你受了这么多委屈。”叶君临紧紧的抱住了苏雪儿，轻抚着其秀发。 君临哥哥，雪儿不委屈。”苏雪儿甜甜的说道。“放心，雪儿，以后只要有我在，我就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谁都不行。”叶君临直接说道，其眼中露出一抹森冷而坚定的目光。“嗯。”苏雪儿一脸幸福的依偎在叶君临怀中，而他并不知道，就因为叶君临对他的这句承诺，在不久却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一个小时后，叶君临牵着苏雪儿的手，将其送回了苏家。本来叶君临是想让雪儿住到一品别院去的，但苏雪儿却拒绝了，毕竟其妈妈现在还对她十分厌恶。 若这个时候他们俩住在一起，那其母亲绝对不会同意。而苏雪儿一向心善，自然不想和其母亲关系彻底搞僵。叶君临也清楚雪儿心中的顾虑，并未强求。君临哥哥，你放心，我一定会让妈妈接受你的。苏雪儿直接在叶君临嘴唇上轻轻一吻，然后便走进了苏家。叶君临摸了摸嘴唇，离开了这里。不过他并未回一品别院，而是走在江海的街道上，感受着这里一草一木的变化，回忆颇多。如今的江海夜晚比七年前更加繁华热闹了、啊，到处都是过夜生活的年轻男女。 这一刻，叶君临有一种孤寂的感觉。随后，他突然想找个地方喝几杯，正好看到不远处有家酒吧，他直接走了过去。只是叶君临刚来到酒吧门口，便看到几个穿得吊儿郎当的男子搀扶着一个满脸通红、一身酒气、长相靓丽、身材高挑的年轻女子走了出来，而那女子则是不断叫着：“你们谁呀、啊？放开我！美女，你喝醉了，哥几个送你回家休息。”那几个男子一双双斜光扫视着这女子，满脸的猥琐，便要将这女子给强行拖走，而对方却是猛地挣脱了他们的手，便朝前跑着。 刚好就撞到叶君凌身上了。叶君凌一愣，看着这女子，小姐，你没事吧？有坏人。这女子虽然满身酒气，但还有着几分意识，对着叶君凌说道。而那几个男子连忙上前，就要将那女子给拽回去。但叶君凌却扫了他们一眼：“你们认识她？当然认识，她是我们朋友。”那几个男子连忙说道：“那她叫什么？”叶君凌问道。“小子，你问那么多干嘛？赶紧滚蛋！”那几个男子不耐烦的叫道，就要上前带走这女子。他们好不容易碰到这么一个极品女人，自然不想就这么放过了。 滚！叶君临一眼就看穿了这些人的意图，冷喝道：“你！”这几个家伙一怒便要动手，但叶君临露出一抹杀意，直接震慑的他们身子一颤，浑身冒着冷汗，看着叶君临面露恐惧，连忙就逃走了。小姐，他们走了。叶君临看着这女子说道，而对方突然一呕，直接就吐了他一身，然后就彻底没意识了。顿时，叶君临便无语了。最后，叶君临只能将这女子带回家了，毕竟对方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若就这么丢之不管。 那这女人的下场只能是被一群酒吧饿狼给捡尸了。而在江海某家医院的一间贵宾病房中，伊藤海躺在这一条腿打着厚厚的石膏，其神色狰狞的对着身旁一男子叫道：“你说什么？少爷，医生说你右腿神经断裂，以后恐怕无法再习武了。”那男子低头说道：“八嘎！”伊藤海一脸愤怒的吼道：“少爷，你别激动，我已经联系家族，等你回去以后，家族一定会治好你的腿。”那男子连忙说道：“我不会回去的，不杀死那混蛋，我绝不会去。还有苏雪儿那个贱人，竟然敢拒绝本少。” 本少要让他知道本少的厉害。此刻，伊藤海眼中闪烁着森冷的寒芒，他看着那男子叫道：“你立刻通知狼王，告诉他，我伊藤家族培养他这么久，现在是他效力的时候了。让他明天必须给我将那对狗男女带到我面前来，不然他这个狼门门主就别当了。”是。那男子点了点头。而在江南郡某座山上，有着一座古老的寺庙，名为灵隐寺，乃是江南郡香火最旺的地方。此时，在这寺庙的一间佛堂中，一位须发白眉的老者正在打坐着。突然，那佛堂的门被打开了。 一位中年男人神色阴沉，怒火中烧的冲了进来，对着那老者叫道：“父亲，玉儿和奥尔出事了！”唰<刷>，这位老者双眸睁开，道：“发生什么事了？”中年男人直接将白玉和沈傲被杀一事说了出来，而他正是江南郡顶尖豪门沈家家主沈千秋，在其面前的便是沈家老爷子沈万山。轰！当得知自己儿媳妇和孙子被人杀害之时，沈万山身上爆发出一股冲天杀意，瞬间这佛光普照的佛堂之中便充斥着无尽的杀意，变成了一处修罗地狱。传令下去。 让沈家在江南各地的力量立刻集结，前往江海。通知集团，给我不惜一切代价打压江海经济。告诉江海总督，从即刻起不准一个人离开江海，否则他死。沈万山一字一句的喝道，蕴含着无穷的杀意。翌日，江海一品别院，啊，一道刺耳的尖叫声响彻一号别墅。